不好意思，因为我有准备很多影像，结果昨天这里弄弄，我老人家不想放哪里吧，就不见了。
可能森林想说你们没有给我米酒，我没办法机构，就讲不出话来。以前我演讲都习惯，大家不懂的人都要准备一个米酒，因为我们到任何一个空间，我们有习惯对每一个人的身体空间跟这个空间跟我的空间相遇来做告别。所以我们人群不是爱喝酒，是太有礼貌了。啊，无形的灵跟躯壳的灵，我们都要让大家有一个啊一个酒是我们的路的概念啊，要不然就是没有灵魂，没有灵魂。通不了啦，啊，所以酒是我们的路，也是我们很经典的一句话啊。那可能大家也会误解，滥用这个酒是我们的不滥滥大哥，导致老人说的话。那我们今天其实想要比较分享的是乐舞文化，因为吴翔老师好像希望我多谈这个部分。其实我的专业也不是乐舞啊，是民族音乐学出身的，可是搞到最后好像只搞音乐声音。也不太对啊，音乐里面有旋律跟歌词啊，好不容易搞清楚了声音，哎，还有舞动啊，我们有歌必有舞，精准的讲，应该是有歌必有身体运动，比如说摇篮曲，妈妈会一边唱啊一边摇，啊，工作会一边有身体的运动，然后踩汤啊，或者是工作歌之类的，所以声音跟舞动其实绝对不是大家。眼睛看得到的，耳朵听得到。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唱的不是歌，跳的不是舞》啊，因为我们常说大家不了解我们的女版哈，真是啦啊，大家也不想了解女版很多哈，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一个很大的落差，就是大家看我们跟我们要展示给人家的东西有很大的鸿沟啊，这个也是今天希望有机会跟大家来啊讲的啊。我们除了酒是路哈。来来，大姑爸，这是老人常讲的，酒是我们的路。除了酒可以成为路，我们还有巴拉拉拉姑跟巴拉的路是歌舞可以行塑成路。所以你会在阿美，尤其北美地区哈，北部阿美，北美地区的人哈，常来跟南区不太一样哈。现在只讲北美哈，那北部阿美族他就会常常有这些经典的语言，在老人家口里会常听到。所以你会开始对唱歌跳舞这件事情，好像就不会只是。看得开心，听得开心而已。他回到文化的脉络里面去，让他比较有机的存在。哦，那现在都是比较是表面的，让大家以为，包括原住民自己吧，觉得自己穿传统衣服、唱歌跳舞，我就是原住民哈，哦，好像都是这样的。由于就是太表面、太形式，没有回到那个。文化的架构、文化的脉络里面、文化的系统里面去，好好的享受这些东西。那我今天先开始讲那个，我是现在部落的专职技师哦，昨天才做一整天的上演，所以很累很累。好，然后我要讲的这个角色哦，大家都觉得哇，你好时髦，专职的巫师啊，我不太称巫师哦，称为技师哦。我常说，因为里面有一个阿嬷，她读过一点中国字，她不喜欢"巫"这个字，她觉得蛮负面的那个感觉，然后也不喜欢人家称我们是魔鬼兵团，我们又不是魔鬼啊，因为教会人士都说，哎呀，那个巫婆、巫师都是魔鬼，啊，至少我以前是基督徒，我也被赶出教会，然后不让我再继续实行，我觉得这个是还蛮不错。大家对灵官的认识吧，可是像我们的几个像阿嬷，他就会说，我们是泛灵哈，泛灵信仰，我们187个神明，他就说多了一个耶稣，多一个佛陀，多一个观音，不是很好吗？嗯，好，我们是泛灵啊，好当众啊，然后他又会处理说，哎呀，耶稣一个人当神，不会寂寞嘛，不孤单嘛，然后就会有这些很有趣的想法。然后阿妈也希望能够进去教会，可是教会说你要放弃所有的仪式才可以进来。阿妈说：“那我的徒弟，我的神灵怎么办呢？”好，他们也说：“那就只好我去教会。”他也很想穿得很漂亮，然后吹冷气在教会里面好好听牧师讲。可是这个好像都遥远，所以我今天要介绍我们西高阿赛，其实不是巫师，也不是魔鬼，对我们来讲只是为。部落为祭，为家户做祭，所以我们宁可被称为祭师。如果大家对这三个人都有意见，就直接叫我们喜高斋就可以了。啊，喜是我们前缀词，拥有承载的意思；爱是什么的人，
那个高是跟是灵的意思，所以我们只不过是承载灵的人或富有灵的人的一群人，啊，负责做部落的祭，然后像家里有人生病啊，要改名字或失恋啊，离婚啊，心情不好都会找他，跟我们一起积极性的仪式性的去解决，属于身体之余的比较是看不到的一个部分。那我们也没有法力无边哈，不要以为我们怎么来的我们都可以治好。那阿妈的说法就是，你跟我们的灵有没有到 balance， 有没有到和谐，有没有到美好的那个状态？啊，如果没有，也就是缘分啊，就到那里，所以不一定都会达到你要的东西。好，所以我们吉高赛其实啊，就是现在县政府就让我们很不堪了，他写了一个表说要造册。人才资料库，他一来就说你们的法力是什么，那我就写无边。我想这是他要的答案吧，要不然怎么分等级的，怎么认证呢？是吧？这很荒唐。然后就说你的神经是什么？我们还真不知道有什么神经可言啊。所以就是很连公部门都对文化都不太理解，对我们不理解。他只撂了一句话。这个就是可以让你们领钱的、啊。我说我不是为了领钱做这个角色，我们是没请也得做啊。你不请做我也得做，我还掏自己的钱做。原住民不都是这样吗？以前封印记也是吧。现在都镶嵌卡进啊，哪里有钱哪里去，不行，这样不行啊。文化这样搞，绝对没有办法啊。反过来说，搞文化不会赚钱的啊，赚一颗灵魂，那是常常讲赚一颗灵魂。所以史高赛不是。被报名的哈，没有一个年轻人愿意来参加，因为一来参加，你葱蒜麦当劳都不能吃，啊，葱蒜鸡肉不能吃，终身的。然后一整仪式，仪式中也不能假菜哦，你们假菜是吃素，我们连假菜都不行，连仪式中间都不能吃菜，不能吃鱼，吃水果。哦，所以我们对饮食的禁忌也是有层次的，啊，因为那个食物的空间跟人体的空间在仪式里面很清楚。所以没有年轻人要来的，而且你看，像昨天从9点一直到晚上8点做仪式，好，那来个年轻人受不了，一直看手表，一直看手机，好，或者是一直想要外面的世界，哈，在吸引着他，所以很难很难。像我们放下时间，放下世间的事情，然后专心的做仪式，这个真的对年轻人来讲太难太难。也是现在就仪式只能靠舞台展演比赛商演表演来撑假象的保存跟传承，像原住民好像都只能这样子以为可以保存传承。其实真正你会平常到部落去看死城啊，那只有老弱妇孺，然后都没有人，连苍蝇都很少，都没有吃的很好，然后真的有进来，所以这个有时候大家偶尔哈，真的去走走，到部落去看，丰年祭跟没有丰年祭，然后过年假日、汉人的节跟没有任何节庆的时候，那个人心哈，真的是会有很大的感受。好，部落祭祀有没有巴拉巴路？好，我不姓巴哈，千万不要叫巴老师啊！我不欠巴的，我欠奶，我哪方都叫奶奶。如果你跟我灵魂够近，就叫奶哈。我把头巴回来哈。好，巴奈啊，好，巴奈菜起了没有？这到部落巴奈啊，老中青100多个哈。哦，这个有没有啊？好，高阿是灵的意思。我说过教会会把高阿直接翻成魔鬼哈、哦。那巫师人类学家可能很质疑说，巴奈那叫捣蛋哈，为什么一定要跟我不一样？就不叫巫师？很抱歉，我硕士都叫巫师哦，我的论文都写巫师。那博士以后那个阿妈就有意见，所以敢尊重阿妈，所以叫史高阿三哈。所以我们只是承载灵的，也就是你们所谓的灵媒吧。好，晨会及高赛有
有这些事情啊，你要因为做一些梦，生了一些病，是属灵的这个范畴，才可以成为表赛。那当我刚刚说过，禁忌很多了，食物的、空间的、行为的，行为的可能你们更难守了哈。你们一到仪式前后就不能碰爱人，也不可以亲密行为，然后对要禁欲哈，然后空间也不可以再去酒吧、什么卡拉 OK、电影院，好不兴趣。所以哈，人间的那个享受你就要摆在一边。好，那如果今天死有人死，就三天就不能要跑乱动，然后阿妈他们轮流拉号码牌死掉，大概一整个月就都只能守在部落了。所以这个也是禁忌很多，然后我们个人的禁忌也很麻烦。如果我杀大猪，我有三年不能吃上瘾的猪，然后也不能去什么什么家的，然后去谁家都要劈黑金，然后进这个门口还要小仪式，什么钉子抽水之类的，反正很麻烦很麻烦。所以这个禁忌就是现在年轻人很难守吧。那对我们来讲，很多人是也，哎呦，你天天守禁忌不累吗？我说我守禁忌是为了更贴近你，一点都不累。如果我的角色是一个专职的要赛的话，对。好，这个阶级有四个阶级啊，这个可能就是法律无边的层次啦，对吧？最高级叫三个盖头，埃及将不是跟时代。四个阶级不是意味着你人间的位阶，而是你跟神灵的亲密程度。好，所以这个阶级跟那个光明记的斯拉那个阶级不一样，好，这个概念。好，责任义务就是为部落跟世人做的事。最近我才听96岁跟阿妈说，因为头目每次都找我麻烦，有什么部落会议啦，什么你们的案子这样的。后来那个96岁阿妈说，我们是几个在我们不听头目的。我们是一难鸟，我们是部落之母，好，所以我们不给同管了。同管的是年龄、阶级，还是社会的男子的那个部分。好，所以我们最近这个同部的很受教啊，每天看到我们叫一难，当然一难，好，他比我老，他还叫一难，没办法，这个就是人的位阶了哈。所以这个角色很重要，也希望以后搞文资的文化部啊，好，搞清楚一点。不要搞乱我们原来美丽的秩序，不是因为不是当官都对的，他们最不懂文化，所以民意代表应该都要来制定政策的这些要先来上文化的课，真的，要不然我们越来越像人。然后阿美嫁给独孤，就越来越像独孤，怎么行呢？哈，我母系社会，他父系社会啊，怎么办呢？对吧？就爱到了没办法，所以他成全我当起高僧，那我就成全他。到他的传统领域的时候，我就要扮演一个独孤的媳妇儿的样子。那他到我的领域，他就要变成优秀的男子从妻居的样子。这个要有智慧的调整，不管嫁谁爱谁都可以啊，就只要智慧的调整。可能就是起高僧相关的要知道的事吧。好，现在讲到那个唱歌跳舞的时候，很严肃的一个完全人家不知道的事情。在我们的灵的场域，三种治病仪式整理出这个身体观。好，我们这个身体呢，可以分个五个区块哈。一个就是从鼻孔上面切下来耳朵这边这一块，叫嘎布曼区，哦，就叫眼区。然后鼻孔到嘴巴到喉咙到胸腔这边叫口区，达拉哈区。然后手背到两个指尖叫嘎尼玛利曼区是手区，腰以下叫扎罗朱布区。好，最重要是这个胸腔到斗仔中间这一块叫心区。好，这几区有什么用呢？这几区除了治病，让它更完全。然后这几区是很重要，是每一区都有伊图拉古的守护神灵在照顾。所以呢，你一唱，然后一跳，然后心一过去。一动的时候，他所有的跳舞就会非常非常的神圣。他现在是最少的，就是那个心区，现在就是躯壳躯壳啊，哎呦呦，力与美，力与美，对吧？原住民跳舞不是力与美哦，也不是那个扭屁股横的力道力度，我们的力度都是天地人垂直的。好，现在女孩子就那个屁股啊，扭扭的，扭到真的想打他，这哪
子要这样一跺一个地，哇，那个好像酒一样的醇，可以享受100年，对吧？你扭到这样是什么意思呢？那个身体要不要呢？灵魂要不要呢？你那样震动你的躯壳，你的灵魂怎么处啊？对吧？所以这个没躯，所以阿美族是非常反对自杀。你这样子对得起神灵吗？这身体不是你的，对不对？你妈那么身体很辛苦的怀孕10个月出来，然后又有女生啊迎着你出来，活在这个世界上那么多群灵在照顾你的舞曲，你竟然还敢对自己怎样？你是谁呀？你好意思吗？对神灵好意思吗？对妈妈好意思吗？都不好意思，对吧？所以你要爱自己开始，就要先懂得这个身体到底怎么来的。好、哦，如果太少讲话，身体一直动也是病；一直动不讲话，一直动头脑也是病。为什么是病呢？你让那些神灵哈、哦、没有办法完全，应该每一个神灵都是有共振存在的感觉，就你只震到几个区，这样不生病也很难办。因为连灵都会嫌弃你的不完全、不完美，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可能活的，可以小小的学习阿美族的、啊、祖先留下的身体观之余认识的神灵观，我觉得这是很重要。因为大家想自己都觉得自己就是这个躯壳，可是看不到的那个灵群的互动，可能是现在的年轻人很难去理解，包括原住民小孩，可能可以考试很厉害，可是就是没有灵魂。知道，所以这个是老人家有这个，所以我30几年前看老人家在部落唱歌跳舞，他们就是有这个。当然，老人家只知其然不知所以然，你要叫他讲这个字，他绝对讲不出来。好，那只是我们技师从3个治病仪式整理出比较跟灵连接的身体观，所以他们懂这个，所以他们一动一唱，全部就是非常漂亮的那个永恒的美丽的感觉。你们有空真的到部落还可以看到一点点还存在的老人，比如像我那个来把那个96岁阿妈，他们就是这样的住。好 ，next。好，会动吧？给他动一下。哎呀！那就是96岁的阿妈。他叫九小姐，是不是？对，他以前叫大姐。我现在在拉那个叫杂乱的，要颁奖。好像洒在地上，然后我们的脚要跨上去，看到吗？脚。好，现在是手的答案，有没有？我们手，然后放进去。好，现在是全身的答案。好，这个就是我们巫师祭的一个开场式的那个画面。好，这个叫巴拉丹独丁。那我要介绍一个叫杂赖的东西，就刚刚看到那个阿妈拉的无形的丝线。好，就这个。好，杂赖，不是英文哈，是罗马拼音杂赖。杂赖就是神灵丢给我们的一个无形的丝线。好，这个东西很有意思，一定是要神灵认识你的声音，然后跟你关系不错，好，他丢给你，然后神灵也很有意思，他会丢，有时候丢假的给你，然后阿妈他们都会判读是假的还是真的，啊，这就是他的法力无边的地方，拉一下哦，不对，他说哎，神灵不要跟我开玩笑的，不是这个，是要你那个藏在后面那个啊那条，然后一丢下来，阿妈就有能力。的资深的银娜，他就可以拉下来的时候，他很有趣哦。阿妈说，因为他们有他们的属神灵的眼睛，所以他那个丢过来的时候，他是像一个亮光点，然后他就顺着那个光拉下来，拉下来以后很神奇哦，它是有弹性，然
然后有粗细，不同的声音有不同的粗细。然后呢，他还有一点黏黏的。所以阿嬷他们，达到的有一些纪录片，他去给阿嬷治病的时候，阿嬷就是很喜欢摸他的手，然后还叫旁边的男看有没有黏黏的，对不对？然后他就要看看他，他可能是我们公司的储备人才，就是他是北美地区的南岛浪部落，我是比较部落。好，这个是很有意思哦，这个杂爱这个东西很神奇，可是因为一般人不太能碰到这种东西，所以不知道无形的丝线是天罗地网的在我们的周边好去运作的，好，这还蛮有意思。下一站，杂爱。好，这个下来就是法杂爱，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我们一开始舞动的时候，要让你的这个身体有一个小路段，是为了连接神灵丢过来的杂爱。所以我们刚刚那个把手跟脚跟全身套上杂爱那个东西，就是准备要进去仪式的场域。如果没有这个，你进去就是不明人士，或者是神经病的人跑误闯我们的领域的禁区之类的，就会被视为不属于那个场域该出现的。所以刚刚那个三个动作就是这个，把杂案就是挂上杂案，让你可以连往那个神灵丢下来的杂案，你这样就可以能力摸神灵丢下来的杂案，踩在神灵丢下来的杂案，然后唱出属于这个杂案的歌。所以那个意思，所以这个基本上老人家都会说把它带走，觉得使你的身体有一个小路段可以接上声音的大路段之类的。来，好，这个新区也就是如果这个五个区有杂爱，它新区连上口区跟眼区唱出来的歌是对天。如果你的新区有连接你的脚区的杂爱，你踏的时候它是对地。所以你边唱边跳的时候，其实你呈现的是天地人的一个概念。然后你唱的歌如果是这个神灵的，舞动是这个神灵的，你就是呈现出在乐舞呈现出属于这个神灵的样式。所以我们会有不同的歌、不同的对象、不同的场域、不同的功能去看它，它就不会只是养耳朵、养眼睛的唱歌跳舞。所以大家都误解我们的乐舞，也简化它的就是神圣性，去脉络化，然后纯粹就是喂养人间的这个层级的这个部分，真的是对我们乐舞祖先留给我们的乐舞这么漂亮的东西，不能分享给别人，我真的是会窒息，真的。所以今天就来了，要不然我老人家要到台北也很远。好。然后这个很有意思哦，我要大大用力讲，我毕生找的一个答案，一定要分享给你们。好，哈嘿哈嗨火欢人，这个全世界都会说，哎呀，那个阿美族每天在唱那个无意义的虚词嘞，好、哦，有没有？有没有听过？无意义哦，然后再加上虚词，好的，活的真的没有办法咽下这口气。我的祖先活那么虚啊，每年都在唱啊，每一个部落都在唱哈嘿哈嗨风笛，是吧？不是的，好，这个达到现在已经有我的侦查，达到你来讲对不对？我讲，他拍懂吗？没有了。我来验收一下我的学生到底吸收多少，让我喝一口水。好，那个就是我们通常在一般的医院里面，我们会讲。就是有意义的词叫诗词，啊，没有词义的叫虚词。可是，在法兰老师在阿美族的乐舞里面的理解里面，他不认为那些哦嗨呀、哈嘿、哈嗨是所谓的虚词，因为他回到仪式的脉络里面，你会发现它是有意义的。比如像是当我们通常在阿美族的部落，当头目要开场的时候，他要换人的时候，他一定会喊哦哦耶这样。那 OI 是什么？它是要从远方的彼岸换到这个地方，所以可以发现那个 O 跟 E 是零跟这个地方的关系。那或是像我部落的阿嬷帮我治病的时候，他会指着我的胸口喊 E，是说在这里啊，零在这里。因为我们阿美族相信，当一个人
生病的时候，他的灵魂是出去远行，可能被别人牵走，所以透过治病的仪式，让你的灵魂可以回到你这个身体的地方。然后呢，再来就是你会发现在风眼祭，或者所谓的玛里古达、吉鲁玛艾、女性，不同地区有不一样的讲法哦。那在这一些的里面，你会发现它在不同的阶段的时候，它的哈黑哈嗨的频率是不一样的。比如它越前面，它的 O 跟 A 是比较多的；那它越到后面，在鱼鳞的部分的时候，它的哈嗨是比较多的。那到最后快要结束的时候，O嗨呀这样子的用法是比较多的。那但这个细节以后再讲。不过就是总之可以发现到，其实这些 O。A R E 这些基本的原因，在阿美族乐谱里面，它是有意义的。但是那个意义，它当然不是在平常日常语言上的意义。你不用哈黑哈嗨跟别人讲话。可是当你要在灵的场域跟灵对话的时候，哈黑哈嗨这些是有它很强烈内部的隐喻跟象征。象征灵啊来到这边，或是灵我在此跟你共处，在此记。所以你在很这个是白老师透过非常多的阿美族的，包含马里古达就是南池风眼祭，还有伊萨鲁廖部落的集体的日常音乐，以及米卢库就是那个西卡奥塞的乐舞的祭词，里面可以发现到这些。哈黑哈嗨是具有意涵的，但我猜再一样，它跟日常的语言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不用哈黑来对话，所以白老师会认为它是一种韵而未化的语言，就是它在语言之前的一种状态，可是它是有办法让你这个人的灵魂能够大美族的在那个传统神灵观里面，这个事情是有意义的。号称在民族音乐学圈最后的一点点的收获，也是现阶段整理而已啦。那希望还有更精辟的哈，超越我们的哈，有可能可以的啦。那所以我就是别人以前问我，包括我的恩师许长伟以前都问我说：“啊，你开始讲哎呀哎呀哎呀，唱哎呀。”我说绝对不是无意的叙述，他说活力够，够没出来，啊就搞了30年才找到这个东西，所以很希望大家以后不要再说我们在唱无意的虚词，而是衬出灵跟灵互动关系的衬词，衬出那个部分哈、啊。也可能我中文造诣也不太好啊，找到这个比较贴近我的想要诠释的东西。那大家还是会对我很多质疑，生词不好吗？啊，还有呢，哎对对，民族学院就很多生词啊，要不然就是母音唱法啦、啊，我说跟文化无关嘛、啊。对，那个实在是对我来讲，我没有办法说服我自己说我在唱哈嘿哈嗨，所谓的风铃记，对吧？所谓的风铃记歌，全部都在唱这个东西，是为什么？对，其实他就是在说天地人灵跟灵互动的关系啊。这个谢谢我们达伦200分呐、啊，达伦是真的很认真学习，我很欣慰哈、哦。的那个，啊，后继有人，后继。有人也有本领，对，好，当然是好。那再来就是舞蹈，舞蹈现在很多编舞的那个，包括都元的很多的很喜欢乐舞的朋友或者族人，他会很多的编舞，可是那个编的队伍没有文化的说话的内容跟力道，所以我这边稍微讲一下，我们所谓的永恒的圆圈，好，常人的永恒的缺口，永恒的圆圈，好，就是这个圆圈。好，这个圆圈是刚刚我讲的，如果每一个人身体的观念是对的，一个灵观是对的，你每一个人牵起那个手建构出来的圆，绝对是可以让所有的灵群在那个空间自由的进出。所以为什么以前我们反对说摄影师或者是大家不要进去圆圈，可是原住民永远讲不出来为什么不让你们进去圆圈哦。那只说，哎呀，这个是这个学术伦理啊，田野伦理啊，讲到人间的话术就很难，对，让大家有一次的好共识。
其实它就是让所有的无形的灵进驻的。那在丰年祭更清楚的就是让主灵可以降临之余，还有活着的主灵。哎，你写一下杜阿斯嘛，杜阿斯。我们的主灵叫杜阿斯，我们的老人叫妈，杜阿斯将成为主灵的人，叫老人。所以你只要母女知道这两个字，就知道伦理道德都不用听的话，就是应该要尊敬所有的老人。那当然，老人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品牌，主灵更是。哦，所以他那个规格更高的。现在这个大家的母语一定要考高级了哈，所以顺便考到母语，不会，可以。好，读阿字主灵的意思，呈现主灵样式的人叫做老人。好，所以我们的老人是不能随便当的，我不是年纪大就是我们的老人，才不行，一定要是那个德性那个规格才可以。这也是要讲三天三夜。好，所以我们丰年祭的时候，为什么只有男性的主灵们，活着的活祖先们坐在中间，就是因为我们的主灵崇拜，半人像下面的主灵崇拜，在丰年祭的时候呈现了一个很经典化。好，大家又要怀疑哦，为什么五行生位，然后丰年祭就是男生？有没有？有没有人要问这个问题？没有人问我就不讲了哈，讲下去。哎，亚康在这儿啊。好拜好拜，也是我们的荣誉阿美金。好，我们丰年祭常常就在讲说，为什么五行社会彻夜不眠跳的却是灵敏的，说都是男生哦。你看过丰年祭吗？阿美金的部落的有没有？举手。有没有看过？有哦。有没有晚上睡觉看帅哥，对不对？其实那天女生是不能出来，可是现在大家都松绑了哈。好，有一个老人就说，我就说对啊，为什么女生不能出现啊？以前我三十年前出现就被人家罚三大碗汤水。他说，当然女生不能出现啊，那天晚上彻夜不眠，跳舞的那些男的，谁生的？女生生的对吧？不是妈妈生的。好，他们在那个黑夜里面一直动，一直动，一直动，然后看到太阳这个曙光一进来，第一个就会说，哇，母鸡在乳奶吸的，母鸡在乳奶吃。哇，太阳是妈妈，妈妈就是太阳的意思，就很纳闷的，男孩子跳了一整个晚上，看到太阳那么兴奋，在那边叫太阳妈妈，太阳妈妈。后来我就问那个96岁的大头目，港口部落那个许金国，他就说：“哎呀，对呀、啊，妈妈是太阳，太阳是妈妈。”我说：“怎么了？”我说：“这些男生是怎么了？怎么喊那个？”他说：“他整个晚上就是在黑暗里面动，是在体验在妈妈的子宫的时候，生命被孕育的。”感觉，然后看到太阳妈妈有被重生的感觉，所以我们男人晚上唱歌跳舞喝酒，不是只是为了唱歌跳舞喝酒，而是重新体验的被生出来的生命的灵魂的概念。对，但我还是说，你如果去问部落的人说你为什么要唱歌跳舞喝酒，他当然是说开心啊，哈，可是他的 DNA 里面就是那个时候一定要回去唱歌跳舞。已经成为他的呼吸的方式，不用解释，也不用去跟人家说在干嘛。对，以前早期还有很多人，老板不给他假，他还是要回去。那个时候连一天假都不给，他就宁肯辞职干，就是要回去唱歌跳舞，然后再回来找工作。大家看起来就觉得原住民就是懒嘛，应该就是只知道要回去唱歌跳舞喝酒，可是他也说不出来，可是他就为了这个事可以不要工作。他去赚他的灵魂，他不要赚金钱币了。这个大家都没有办法理解，没有办法理解。可是至少我觉得大家不要再误解原住民，连理解一个份都没有的时候，至少不要误解，对吧？或者是太多的想法灌在他头上，你就只能看着他去为他的事情、为他的生命、为他的仪式去实践吧。要不然的话，他呼吸会很困难。好，这几个经典母语啊，大家都在。可是像现在教母语的老师就很难理解，说，母鸡蛋，鸡蛋是太阳，大家念一遍。好，鸡蛋，母鹰啊，鹰啊是妈妈念一遍，鱼啊，大家都会念。可是你问他为什么鸡蛋可以跟他们对话的，好，那现在只有答案可以讲清楚。好，那交给你了啊。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圆圈，好，看出后面文化的厚度。跟经典的地方稍微广告一下。好，第二个就是半圆，半圆比较是这样，我觉得
不要再联系。半圆就是你面向的方位群里，比如说我的开口好是往东，我现在就是对着东方的群里。我们的森林187个哈，东方太阳神就是一个哈，布拉布拉，所以它这个开口就是面向群里哈。好，一排的话就是面向这个群领的其中特单一的一个特定的，要请他下来就是。好，那纵向的话就是直接要走到主灵的传统里面的一个场域，比如会在我们的主灵祭跟窥探祭会出现。好，那 S 其实不是叫 S， 那叫螺旋造出来的逆时针的 S。对，就是转转转，要转转回来的时候会出现这个 S， 它就是这个场域到这个场域，然后这个神灵要到这个神灵的过渡空间的一个那个对视。如果你看到它这样跳，一定是它要离开。比如说像我们的结束歌，因为它那要快点，它要离开的时候，它就会一直就会出现这个神灵。那你就知道它要从冬眠期的神圣场域要退场到一般的场域，大概就是这样。好，就散。不要换。会动吗？好动。这个是我们最年轻的巫师王子，不过他最近很建议的。阿妈拉了杂赖以后，我们就踩在这个杂赖上面，然后靠住这个杂赖，走出这个神灵的明显的一个步伐。我们这边都是叫步伐。接下来我讲一下我们的声音哦。以前我在师大是念西洋音乐，我分析的东西都是七声音阶，哆来咪发嗦拉西。然后我的博士是到大陆去念的，然后开始用五声音阶去分析哆来咪嗦拉，来咪嗦拉哆，五声。然后后来发现用别人的东西分析我的东西，我完全没有办法说服。我内在的那个，好，就想找答案的那个。后来我开始学母语，就是大学毕业后开始一个一个字学母语。后来发现声音好像跟音乐有关，我们应该说讲话的旋律在拉长就会变成音乐吧。后来就觉得跟声音有关，就开始量我的声音的 range， 会发现它就是会落在完全5度跟完全4度的范围，声音范围。那我后来就傻傻的做了一件事，把所有丰年基格，把所有的基格，每一个音跟音之间的音的那个音程全部写出来，然后发现，凡是在日据时代以前的歌谣，凡是在没有办法动的记忆的歌，完全可以符合每一个声音三个音的。文化的说话，包括刚刚我们讲的哈嘿哈嘿那个部分，还有食指的部分，全部可以用声音的韧去逗点、去句点、去解释，去建构我每一个记歌，随着声音有个称职的属于上面的氛围，这个很难，很抽象的东西，很难解释。只有在落实实践的时候会比较清楚。总之啊，我跟你讲，你看所有的丰年祭歌，好，只要是够古老的，日据是在以前的，然后从崎岖少一点的部落，传统部落的，所有的丰年祭歌全部都会符合声音的分析法。我把所有的歌一分，它有8种声音，好，
然后这八种不同的排列组合会形塑出不同部落的音乐风格。对，然后包括我们现在大会开始女娲补天了，他知道哪里可以加了。那我音乐不好，是我他很会唱，我也可以请他表演。他超会唱的，他唱到最后阿妈都觉得他点唱机。好，这个就是给大家做参考。最近有一个编曲家嘛，叫柯志豪，听说他很有名，是我不认识他。他跑到花莲来跟我问这个产生八二五，然后他就说：“哇，这个他要试着去创作，然后看看能不能用汉人客家的身份来创作出非常原住民的音乐。”我说：“我很期待那天他很狠。”我说：“我没有空来台北，他真的就跑到花莲来，真正一个等效率在搞这个在玩。”好，就是在阿美族的乐舞的观念哦，它有一个阿美族在日常的说的，就阿美族的语言是非常分盛俗，就比如像是在日常生活的时候就叫爸，可是如果在仪式上场的话，那叫你妈老碗清澈的东西。所以可以看到阿美族的圣俗在仪式中里面跟仪式外面也是不一样。那刚白老师讲的鲁布跟乞丐很重要的差别是在日常生活中的歌是所谓的 Radio， 然后动词的话变成 Radio， 这个语言不太重要哦，在这个，然后 Guru 就是所谓的跳舞，以上 Guru 就是跳舞动作， Guru 就是鲁本身。那可是如果你在仪式场域，如果尤其是特别是喜嘎赛歌，甚至是某些很比较古老的部落的丰年祭的歌，他也不会在他的歌词里面不会讲到六根歌，他反而会用所谓的鲁固跟乞丐。啊，鲁固是在神圣场域的歌，那他也有同时有说话跟唱的意思，所以我在仪式里的人面的导词，它也可以是一种鲁固。然后可能是那不一定要是高萨，甚至是那种部落的耆老，他在念祷词的时候，他也可能用鲁固来表示他接下来要念祷词。然后在乞丐的话，乞丐他平常的意思是步伐或跑步，那他在仪式场域的话，他用到这个词的时候，他就不是只在仪式场域中跑步，而是在仪式场域中跳舞。那这个就可以很清楚看到阿美族的仪式的。仪式外的跟仪式内的语言上的使用，那当你仪式的属性越强的时候，那你的音乐的形式会越靠近刚刚老师讲的三声音内容。那所以在音乐形式上可以很明确的分出，你会知道哪些音乐是被日本时期影响，被民歌时代影响，那哪些是在阿美族传统。比较可能前国家前资本主义武道台湾是比较，就是在那个之前的那个用，就是因为以前在阿美族社会体制里面，只有三个角色，他的歌唱是可以入词的，一个对入实词的，就是要不然其他人都只能唱衬词嘛。一个实词是只有喜嘎哇赛可以唱，这个不用怀疑。第二个是所谓的。头目或是男子的领袖，年龄阶层的领袖，机长或领袖，因为他在丰年祭在唱跳的时候，他必须要带着大家，比如他要用歌词告诉大家要再跳大力一点，或是哦，我们接下来要换歌了，我们接下来要结束。然后第三个呢，很重要是所谓的伊娜，就是母亲，妈妈在母亲这个角色在阿美族的文化里面是可以入诗词的。比如像是小孩子生病了，妈妈可以透过唱歌治愈小病。那在丧礼的时候，只有你身为妈妈的角色才可以唱哭调。男生啊，不然你再资深都不能唱哭调。就可以回得了，用单纯用音乐形式可以看到阿美族的传统跟现代，或是后来的变化的差别。那当然不是说哪个比较好，只是我们让你看到一个比较。早期的样子，那现在开始走进民歌或是日本的时代，阿美族从的歌词里开始会仰望星空，开始会讲啊，我从到我爱我，然后去给我这做什么三段之类的。好，那大概是这样子，以上。真的太感人了，都没有我的空间。那你当时在翻译吗？太知道了。
好，下下面。好，我把这个八种三声音把它图像化，我发明了一个图表。下一张，这是刚刚唱我们唱的《木叶之歌》，它会变成这样。你看，哒哒哒哒就是 A， 嗦嗦嗦发就变成红线那个，发瑞瑞，那个瑞哆哆，然后发瑞哆又变成这个。总之那首歌呢，它会有五个三声音的组合。对，我有个学生，他很可爱，他是毛公镇马贡的部落的一个小孩子，他也不是我这个系的，他是来秀的。他说：“你看到我们的那个《木叶之歌》有人去把它记录，有人去分析，他分到最后只剩下一首没有三声音，因为他不是学音乐，他不会移调，他那个刚好不是系，对，又不是那个，他有两个声阶，他就不会，我就把它弄成节目，我说分啊，他说对，全部都是三声音，来个。”就很感动说哇，这么认真的孩子好欣慰、然后就可以拍板，对，都是真声音，请构筑你的记忆，对吧？蛮有意思。以后你们创作的话，也可以用这种真声音。不过它一个连结，就是说一定是挨着下一个真声音的连结，才会成为路的概念。马拉拉拉姆跟哆啦 A 就是这样，歌跟舞都可以出，这是视觉化的声音啊。这个纵向每一格是完全视觉。然后横向的一个是两度关系，斜向的话是三度关系，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以四度、三度跟两度的平衡关系，对，会形塑出这样。然后我们也有小三度跟小三度，人家听起来很像日本小调，说没有，那是南岛语族，所有南岛语族有的小调，一定要跟别人组，它就会小三度的组，还蛮有意思的。好，那。好，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这个很经典，因为你们可以常看的，就是这条线叫障碍，就是我们无形的那个视线，只要神灵那边丢下来，你才可以有歌有舞。如果没有这个概念去唱所有的原住民歌，都是没有灵魂的。所以这个东西非常重要哈。然后他在圣水的空间，他就是借着对神灵空间的认识，然后对自己身体空间的禁忌，然后。在仪式空间里面展演这个歌的舞，所以他在天地人之间，在神灵跟人跟仪式空间，就会形塑出一个非常漂亮的仪式乐的概念。所以很少人这样子去细细咀嚼我们阿美族的祭典乐，包括已经没有那样的一个文化养料可以。输送的比较顺畅一点，好，所以今天来到台大这么伟大的殿堂，用力讲一下，希望你们以后也是我们这个一个种子啊，即便没有学统论，不过文化的认同跟概念可以拯救更多的台湾同胞们嘛，好，台湾万岁！好，这个就是刚刚讲的经典的话。我发现我现在所有的书都在部落，所有的听到的每一本书都在老人身上。像这样的话，拉拉兰多多拉蒂，或者是扎拉雅拉兰，就这个拉兰是有路，是有那个实现的概念。好，所以九是我们的路，我们东华的学生都很经典，对不对？阿拜，他们都对九的概念都是有路的形塑。对，所以这个是稍微介绍一下我的六框架吧，希望大家能懂。那我还有多少时间？还一小时。好，再讲一下丰年祭。你们想听丰年祭吗？我想讲一下，现在大家都知识体系建构，这个招牌很大哈，一年五六千万了哈，这个互相建构什么的。那天我们就，我一直想让大家知道说，我们的东西可能。不是解剖学哈，也不是拼装起来就可以活的哈，那个是很难懂，或者是去让它还原到原来，你可以有机的看到一个文化的呈现嘛。对，所以我稍微讲一下阿美族丰年祭的传统民俗好不好？我不敢讲题，知识体系建构会被人家打死的。好，丰年祭，我们看一下这个丰年祭的很有意思，北美地区、中美地区跟南美地区的称呼都不一样。所以
就十项。我不要，我要找，赶快讲，我要回家。快讲完吧，剩下时间就好。你们要上厕所，这是自己的技术好不好？就该讲不讲，好可以吗？还是你们台大都要休息一下，保持头脑新鲜。没有，我跟他讲啊，对不起，好，我讲一下丰年祭了。丰年祭的那个北中南的名称都不一样。最好玩的是它跟丰年完全完好像绝对直接的关系。我不晓得这个名称为什么扣在我这边哈。那我刚刚说了，大家都觉得丰年祭就是唱歌、跳舞跟喝酒。我以前不想当原住民的年代哈，我也认为是这样，所以我不屑当原住民，我拒绝他们。对，而且当原住民有什么好处呢？那个年代，对吧？所以只好努力的读书哈，弹钢琴下哈，读师大免费学费嘛哈，这样又毕业就工作多好，对吧？那个时候真的是觉得只能这样活啦。然后后来听见海角跑了，哎。人世间的事都满足了以后，还是很空虚呢，不知道活着干嘛。对，世界的东西都满足你的时候，你会觉得更空虚。对，过程还没有觉得，你到底哇，这在干什么？我真不晓得干嘛。尤其像我们这样的有比较鲜明的族群色彩的不同族群之间的比较或者互相探究的时候，就会很大的动力。对，好。不是唱歌喝酒，好，讲一下，你们都读过书了哈，这个人类学家分的哈，修布拉梅、海拉梅、马拉那这那是，就老我们的老人家不懂哈，我们的90岁老人什么海拉梅，好，从来没不知道，他只说就南边的人嘛，好，那南边的就会说我们换的是北边的人嘛，好，就是用地域的相对位置来，好，这个给大家了解一下，好，主要是北中南，好来，好看这张哈，这张大家读书也应该会读。我们会读到哈，花莲叫做什么？马拉利地，对吧？中部叫什么？伊犁信。南部呢？比如马鞍，熟悉哪个名称？伊犁信，对不对？中部都觉得他们是阿美族首都，气死我！尤其台巴郎那个，台巴郎啊，那个旁边那个马台郎、马台安，台巴郎、马台安这个两个部落，号称是我们。阿美族首都，现在是不要气死我。我们老人说，一个部落一个国哈，不要相信他们。一个部落一个国。好，第一个马拉利地，利地是流水流逝的意思，是跟流水流逝的意思，意味着它跟时间比较有关系。因为那个圆圈哈，每一年都不可能再一模一样的人，可能今年就少了几个人，死了几个人，没来几个人，所以这个圆圈永远都是流动的感觉，而且是用生命计量。所以它跟时间有关系。好，仪礼性意是在的意思，仪性是禁忌仪式的意思，所以在禁忌仪式。你看现在中部阿美族丰年祭还禁忌吗？穿迷你裙，露胸露背露屁股，老人家都说哇，这个是就做仪式吗？你们从都会回来要穿成这样要做仪式吗？好，不开吧。仪礼性呢，在仪式中，在禁忌中。所以以后仪式就是仪式，所以到底谁践踏了我的这个仪式现场？好，就是都有回来，不要特别注意那个部分哈，有乡下哈，稍微有点规矩，了解一下。好，这个跟新的规范比较关系，而且以前我们真的要丰年祭前都会有禁忌，每一家每个人都要守一些相应的禁忌。那现在还有没有？像观光化有正南，对。好，南区的话，比如马鞍的话是鲁马是什么？南岛族的家啊，都很多族群都鲁马是家。比如马鞍是可供有家的，比如说我们都很多那个白鹿怎么讲？白鹿。OK， 男生女生会，鹊桥会，丰年祭都有这个桥段。哦，有的部落就是男生要踩破一个大竹子，代表什么？多爱这样。胖的人都有了，所以踩破那竹子，你知道，表示真的很爱家。还有什么我爱红娘的桥段啊？什么唱歌，妈妈阿姨、姑姑阿姨会把那个美女啊插在一个优秀的男子旁边来唱歌跳舞之类的，或者女性主动的
带那个槟榔有那个你们最爱的男人啊，可能那个帅哥行情太好，三个女人同时塞到那个所谓号称情人带的袋子里面，对吧？好像这种风铃记里面都有这个桥段，好，所以它跟家有关，可能就是阿狗和那阿猫就结婚了，就有家了，所以这个场面是可以把家这个事情放大去看，或者是它的重要性也在这个被呈现。那所以我们是公开的，你爱他，他爱他，不能乱爱，不能偷偷爱，不能随便丢，不能随便捡，好之类的，好，就是公开的一个次序的脉络里面去看家的一个男男女女，对。好，请问哪一个跟风铃有关？直接的。好，所以鲁玛是跟风铃有关，所以我要说哦，整个北中南的阿美族的风。所谓的风铃记，其实在搞的是时间跟空间的关系，行为规范的关系，比较是跟宇宙观有关吧？大家认为呢？是吧？虽然那个名称不同啊，我也是搞了很多年才懂。这三个不同的风铃记名称有一个共通的名词，叫做什么？马里古大，就是以男性为主的积极性乐舞。这个就是风铃记很核心的乐舞的一个看到的样貌。男性为主，你看那个部落，女孩子越多的节目越毁灭，像我的部落，波波部落，一出场就是都是女的，到结束还是女的，扭屁股乱扭，哦，真是不好气死。男子不知道跑到哪，优秀的男子不见了。以前我们都是优秀的男子从七军，不晓得那些男生跑到哪去了，不优秀吗？还是怎么样？哦，所以这个现在原来的那个本来该有的样子都不太像原来的样子。所以给他大说，以后你去北部地区，你就不要说，哎，我要到花莲参加你们的吉鲁玛案，你就被打死了。走错地方，你应该到南美地区。啊，吉鲁玛案是南美地区。啊，所以到中部，你也不要说，哎，我要参加你们的拉力电台呀，你也是走错边了啊。所以这个要搞清楚。啊，所以如果有朋友跟你说，哎，我要回去参加那个马里古大，马里古大，他一定是花莲的人。如果他说，哎，我要回去参加我们的礼拜，他一定是台中的人，好，就知道他自己是哪一个位置，北美地区、中美地区、南美地区，好，大家做一点认识，名称上面，好，或者定义上面，好 ，next， 好，就是这样啦，这个，你们认识哪一个？好，风铃记一定是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对吧？一定有酒有歌有舞，一定要开心。你不开心去那边也会开心的，啊，你如果不开心去那边，你就变老鼠大便坏了一锅汤，就别出现了。好，所以风铃记里面其实最不被谈的是什么？到底在记谁？有没有人给我答案？风铃记在记谁？头目有没有告诉我们？没有一个头目告诉我这个答案。常常去挑衅，因为我们现在头目满地都是，然后号称头目穿那个一样的衣服。领一样的钱，一样的背后摸头，打撞脚的，文化什么都不懂。你问他要记谁？麻辣道，因为我们县长是这样讲，他只知道麻辣道。一个仪式怎么可能只记一个嘞？我们是泛灵信仰，当然是记群灵，然后不同阶段面对不同的群灵做互动，是吧？就记这个对象没人谈，我今天不要谈。但时间有限，要讲很久，好，反正就是一坨阿古，好，那最主要还当然是主要是猎之神啊，麻辣道，好，有猎头的猎之神，有山里面的猎之神，海里面的猎之神不一样，还有萨拉邦就是辅助群民，啊，他的辅助群民是一坨阿古，啊，我们萨拉邦啊，萨鲁热嘛，都是那个辅助之神的群民，那再来就是你家的主人们，男性的，还有你的同彩石烂的。已故的上上下下的已故的年龄阶级的同侪或者哥哥们，好，所以是一组拉古，所以为什么要唱三天三夜绕来绕去啊？就是已经到不同的很多邻居的地方去唱给他听，跳给他听，互动他们。好，最好玩的是刚刚我讲的母系社会，风铃记虽然是以男性为主，可是他们都是女生生的，对吧？而且他们很虔诚的、谦敬的。用舞动在夜舞舞动的方式体验
生命跟灵魂被给予的平台，就是对妈妈这样的一个角色。母亲社会绝对不是因为她是女性，然后进入了她，而是我刚刚讲，她是给予生命跟灵魂很重要的平台，是给予对这个的尊敬、尊重。对，要不然没有什么意义嘛。男，有一天男生也可以生孩子，我们是不是全部也可以有夫妻智慧来去信仰这个东西？当然可以啊，对不对？哪天外星人来的时候不一定了。好，再来就是比较讲的是服饰，服饰可能因为温室效应还是什么也可以变化，可是问题是很多人问我说，我们这样变这样变可以吧？我说都可以啦，每个时代不一样嘛，搞不好哪天太热了，大家穿比基尼就好了，不一定啊，好，对不对？那问题是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一定要集体共识，一定要集体，就算他们错也是他们部落的事啊，对不对？就像以前大家都觉得砍头很野蛮，谁会为了是非善恶去砍头？谁给你去冒着生命去被砍？你也不一定都赢啊，你可能被砍了，对不对？什么样的民族可以用生命去证明他的是非善恶？你们觉得很荒唐啊？好啊，你们两个吵架，那你带你的人去砍头，去带我的人砍头，谁先砍到谁赢，荒唐，对不对？可是他觉得这是爱啊，这是主灵给这个家老师应该最懂。对，可是他们把那个头颅不是拿来当皮球踢，他会放在这边，然后给他吃肉，给他喝酒，还吹布拉格跟那个卢布给他听，啊，猎手踢，还有那个给他听，他谢谢他，就像卢布常讲的，你如果没有出草，你的灵魂永恒的那个家的家人就不会多，他处理的是永恒的家人，各位。所以现在男男女女、女女男男女，不就是要找一个灵魂的伴侣，永恒的，对吧？走到永恒的那个号称真正的爱的那个位置吗？是吧？跟躯壳无关。我刚刚说这个跟这个躯壳无关。所以现在大家处理事情、看事情，纠结在这个都是在人间的躯壳跟人间的事情。可是原住民他是一个泛灵性嘛的同时，他其实是会比较看永恒的无关。包括盖亚、嘎嘎，或者是玛雅这些东西，阿美族也是这样。所以母系社会不会是躯壳性别的问题，而是对灵魂跟生命给予最高的敬畏。啊，可能就是母系社会对我们来讲是一种信仰吧。啊，如果要这样讲的话，好 ，next 没有了，讲完了，十分钟。还有你要什么？啊，刚刚没有了呢。啊，这个跟刚刚那个一样。好，我要强调的是，如果你是一个有高阿斯概念的人，有灵魂的人，你看我们的唱歌跳舞这些东西，都会产生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叫做马拉鲁。怎么翻译？马拉鲁。存在灵魂永恒的香草啊。把你打的讲错了。马拉鲁是存在的乡愁，不是吗？有，好好好，清水蓝色多了两个字。好，我们这个马拉鲁是在视觉上、听觉上，然后唱歌跳舞，不是走的说的那种叫情绪嘛？不是说情绪，不是情绪吧？是，是。要有灵魂。好，所有的事情、视觉的东西或者是有感受，如果触碰到你那个法瓦连的东西，共振出来的都会是马拉鲁的概念。比如说我在下大雨，然后过太阳很大，一个人在那个手套这样在天里，在山里一个人，啊，就是采藤或什么的，一个人工作，就这样，人间的话就叫心酸嘛，心酸嘛，马拉鲁。然后你一个人的时候，你最能触碰到灵外面的灵跟你的灵的共振，你就会产生这个马拉鲁。那这马拉鲁开心也会马拉鲁，难过也马拉鲁，可是因为你的马拉鲁，就完全了你这个开心跟不开心的事情。这中国话怎么办呢、啊？很难。好，我先讲马拉鲁这个词哦，
他在最日常、最日常、最日常的处理，他的意思其实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难过，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先扶他后面，就是如果一个人哭了，我们除了讲他在哭，另外我就会讲他把他哭了。可是为什么伊娜讲的没有办法讲得很清楚？原因是因为他的那个情绪是很复杂，比一般的难过会哭，会把他哭。可是那种开心也会把他哭，比如像什么？比如像是你今天知道有一个孤儿，他好不容易长大成人，你今天看他终于结婚了，他终于有一个好的家庭的时候，你会把他哭。或是呢，当你在丰年祭那个，像我在丰年祭，这都讲我在丰年祭一个极度快乐的时候，非常狂欢之后，可是呢，我在那个一分一刹那，我觉得我看到我的阿公就在我前面跟我一起跳舞的时候，我会把他哭。那个当下是难过吗？你会难过，可能当下是喜悦吗？也是，所以就是他的那个情绪是交杂在那个人的那个感受，就是你因为跟王者再次见面，你们不该再见面，因为他已经离开，可是你们又见面，你应该很喜悦，可是这样子的牵系又是某一种禁忌，因为在阿美族的观念里面是，生者跟死者是要有距离，不然的话你会生病。当然，那个又没有那么绝对了，因为喜马拉雅它就是夹在中间的那个情。可是重点是，那个感受是你既是喜悦的，也是难过的。然后那个难过也是来自于你觉得这个你生命一路走来，你是那么的孤独，可是他又被安慰，就是我觉得他的，所以他的翻译很多，他有难过，有悲伤，然后有人讲，对，自怜，喜极而泣，有感动。然后白老师的翻译就是那个存在的象征，因为我们最后的白老师诠释，因为我们最后都会到彼岸，那我们对于彼岸会有一个很深的想念，因为我们的。祖先都在那边，对吧？要怎么办？情绪人类学可以做这个研究吗？大家大家做研究，这个字很重要，因为不懂这个字的人就是不及格的阿美族。如果你没有生命经验有touch到这个，你就是不及格的阿美族。你唱歌里面也没有这个，舞蹈里面也没有这个，然后在生命经验里面也没有这个，哦。各种感受的情绪的对。他也不是，他不一定在情绪的高峰，他有的时候来的就那一刻，而且这个感受也不一定绝对在阿美族身上，是比如像我部落有一个同阶层，他的太太因为跟他姐不是原住民，跟他有姐，他有一次跳丰年祭的时候，他就说晨曦达洛，为什么我有个我在跳钢头有很奇怪的感觉？我明明很开心，可是我眼泪却流下来，就是他是在那个集体的情绪里面。好，我回到不管白老师的解释，我的解释是，我觉得当人的彼此的灵魂跟别的灵魂碰撞的火花，就会有眼泪，这才是火花。你的火花就是那个眼泪。对，所以马拉松有一个很大的特色是你会想哭，然后那个跟眼泪无关，那个跟那个灵魂。对，那个就是当你灵魂跟灵魂碰撞的那个火花，就是这是我的诠释啊。了解我的明白。对，那个感觉是很揪心，也是，就是你在，就是，所以为什么白老师，尤其是东昌喜马在做一次做到有些段落的时候，就会完全停不下来，那个哭是停不下来。可是你又要想办法忍住这个哭，因为仪式还要继续。不能因为哭而停下，因为就是它是一个，就是阿美族就是一个你在必要的时候就该好好哭，但是你不该哭就不可以哭的一个状态。所以你在丧礼的时候，你去哭掉的时候，那时候你要，你身为姨妈，你要尽量哭，你要什么样的情绪都要讲进去啊，这样的话以后只有我一个人去文件站都不再陪我，怎么可以呢之类的，就是或是说，就是阿美族会用在哭的过程中把那个完全的情绪给。传达出去之后，可是你在丧礼，你的妈咪煮完之后，你到旁边陪你的时候，你就不能哭了，除非下一个人来哭掉的时候，才可以跟他一起哭。
不然的话你在旁边的时候，你就基本的聊天，甚至你们可以跳台死战，都没关系。就是这是一个他们对于死的那种，对于生命的、对于灵魂的一种很复杂的一种状态。所以情绪人类学，如果你要做研究的话，可以我跟你讲。爱读爱读，很多读，很多读，明天要讲。我刚刚真的很开心，打包的心里的话讲不出来哦，真的是跟灵观有关，这个其实才是重点。马拉松跟人间无关，他透过有灵，然后接触到所有的东西，他会马拉松才真正的阿美族。对，你要有灵魂概念跟灵魂，你常常要养出新鲜的灵魂，你才可能在阿美族的仪式里面 touch 到视觉跟听觉跟所有的感觉的马拉松。对，跟灵魂有关。所以这个是以后考是不是阿美族很重要的一个标准之一，好，然后就这样，来，这样，只要你的灵魂出来，然后可以连接到外面的所有灵魂给的震动频率，就是那样，不管是高频还是低频，就是这样。好，阿美族，好，有没有不懂要马上问哦，要不然会不舒服。好，这个会动哦。好，这是我的毁灭部落，我过关。哎呀！对，不完美。看自己的，啊，这个是中部阿美猫公部落的丰年祭营类，晚上不睡觉的。啊，注意，他都没有转，也没有牵手，他现在在更从淡进淡出的概念，他现在也是在进入圆形的那个让神灵降临，然后坐着中间的全部都是男性为主的老人。还有我们的右边的空间，身体空间是神圣的，然后左边的，很多人类学家会说我们这边是奴役群灵的降落的地方，这边是阿妈辅助群灵的地方，其实不是这样讲，应该是右边这边是拉神灵的杂败的一个神圣的空间，然后右榻也是因为天地人的一个概念去舞动，好，所以都跟那个利益美无关的话，哇，飙那个时速，哇，哈嗨，都快铁青了，都快昏倒了。不晓得干嘛，好，所以没有灵魂的氛围，在上跳的时候，其实是很受伤的躯壳跟灵魂，也让看的人哦，也都不知道怎么呼吸了。好，这个就是单曼是南部阿美，也是一个海浪。这边的爸爸妈妈比较会生小孩，孩子比较多，我们那边小子哈。感情好，感情好，大部分都是公园嘛，公园回归回部落，农场也都是老客户。其实这么小的孩子以前是不能出现在这样的一个场合，现在就是观光化，他的仪式的那个脉络比较松绑，就会变成开心就好。现在只剩下刚刚讲那个圆圈里面的欢乐啦，还有歌舞酒啦，好，没有吧？好，为什么？好，从这三个部落来看，你看到服饰就非常不一样。好，所以不要以为戴公主帽那个都是阿美族帽，那只是我们北部阿美的一个象征。不过现在因为大家都联合国了，好，包括像桃园啊、新北市啊，好，然后互相学习，看来看去、穿来穿去，就变成今天这样很混乱的视觉效果。那按照他们的哈，我做过集体共识，好，大家一个部落可以牵起手来唱歌跳舞就可以了。好，没有了，搞了东西的。好，这个字我也很喜欢用啊，因为我们以后给老人家东西，千万不要说阿妈，我很有钱，我赚很多钱，我给你买酒，买给你礼物什么，阿妈都会不好意思拿，也不想拿，因为觉得好像没有尊严啊。
那只要你懂这个字，你只要给阿妈的孙孙，你那来三个那么滴答，他就不得不拿，因为他不拿的话，给的人的一半的福分没了。所以我常说，这个是一种互为完整的概念。阿妈也会不忍不拿你的东西，因为你都拿出来了，我不拿的话，好像我的孩子给的那个孩子会一半的福分都不见，所以他就很欣然的拿。然后很开心的说啊，你真是我们的孩子，懂这个字。所以母语学习不是为了考试而已，而是让他活在你的生命生活里面才有意义，才有他哎这个怎么样，有一个脉络去流动你的爱或者是灵的这种新鲜度吧。所以我很喜欢最后会说。这是我们源自灵域，我们共享的福分，也希望借此能够我们的灵跟灵之间可以跟我们互为完整，这样好。还没讲完，可以问问题。好，问问题，问问题，问都不知道你们不知道什么，来吧，问我一下。源自灵域，我们共享的福分，所以母语最难的就是翻译，知道吗？很多人在质疑我说：“你那么多声音怎么翻出来的？”哇，真的你饶了我吧！我真的搞了二三十年才有这么翻译的东西。你要来质疑我，我说那我用母语全部解释给你听。阿妈怎么教我，我就怎么全部用母语翻译给你听。这对我来讲太难太难。好，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源自母语。我们共享的福分，因为我觉得福分的东西不会是人间看得到的物质而已，而是你那一颗心有没有到这个领悟上，然后给到那个人，到他的灵魂，那才叫真爱吧，那才真正的感觉，对吧？要不然就形式谁不会呢？对，所以当原住民是不容易的，不简单的，不要以为有学同桌就可以了哈。然后读很多书，考那个高级的，像达夫这样子，他考上高级，他跟我对外也是对不到什么。半个小时了哈，他都要拿书看，我们都不拿书看，他很会分析什么的。所以我们在部落有一个母语的课，我们合作无间哈，母子两个那个触角都到各个县市的那个线上教学的。不过我们就好玩嘛，就是用生活上的触角更多，让年轻人一起来学母语。我们也不会开玩笑，我们讲故事啦，都会赚。都大约会上线，可是假如你又要来回台北了，好，没问题。老师刚才讲到有让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你说到说《丰年祭》那个时候要唱歌跳舞歌，看成为男人 DNA 里面的形式，像然后呼吸的方式。那我想说，老师有提到就是阿美族人那种属灵的身体吗？它是怎么样，就是变成现在就是当代社会里面，它变成一种人日常生活习惯的形式，就是它怎么样在仪式可能渐渐比较没落的当代，继续存续在阿美族人的身体记忆。你是说他平常也可以跳，也可以唱，跟仪式关系吗？那你说，就是说那个跟属灵世界的那个关系，已经变成他们 DNA 里面的一部分。那这个在日常生活里面是怎么样的？问得好，你看现在的人哦，不采野菜了，野菜都拿来当学校的，就在学校旁边讲吧，野菜就是野菜，你都会拿来种干嘛，对吧？好，野菜文化其实就是母系社会，也是一个灵观的学习，对，在生活上是，然后包括我们前面有年龄场，然后女生跟女生互相聪明，彻夜不眠聪明的女性的连结的灵观。跟男生去打猎、出杂货的一列的同侪男性的灵魂，都在生活上实践。我觉得那个神圣性是从每天每天捏出一个东西叫仪式，而不是从仪式松绑的到每天每天。我说仪式生活就叫做生活，仪式只是因为那些生活才有的挤出来的、可以捏出来的东西。对，所以阿妈会带我去宜兰这个。去捡海贝，比如说我在台东开会开完，阿妈就打电话说：“来，你在哪里？”说我在台东要回花莲。我说：“你不要在花莲下车，你给我直接坐到宜兰。”我说：“干嘛？”他说：“才，我说：“啊，
我都没带衣服，都准备好了，不用担心，就过来。然后捡捡捡捡，我说在那里睡觉，有没有帐篷？他说有，他就去拿纸箱拆一拆，就说你就睡那边，就这样子睡。然后我说我买给你们好不好？这个有什么难的？黄昏市场都有，买给他说就不是新台币的问题。真是的，搞不清楚。然后就这样，然后我对着那个海浪是屁股这样子，然后踩飞嘞。啊、就打，然后就栽跟斗。阿妈说：“你有没有礼貌？对海神是这样吗？”我说：“又怎么了？”他说：“海神上面那么多群女，你这个作为女人的屁股朝的是神灵是啥意思？”那我说：“怎么样呢？”他说：“你要海浪这样哦，然后你要看着他，然后捡你要捡的东西，背背有灵，海神有灵。”天哪！我说：“这到底是怎样？”然后我说：“你背有是教授哈，背有是那个学者哈，对，少把歪歪这样。”骄傲怎么大？你就是阿美族的孩子，现在是我们的孩子，说好不好？还一次去采那个芒草，这时节到了，该采芒草就采芒草啊，就去采。然后到那很高的地方，然后就教我一遍，他说就这样采采。我说我买给你的，我那100块买给你。他说不是心态没问题，也不是吃的问题。我说又怎么了？他说这个季节，这个植物长出来，灵跟灵的相遇，要时间才生。一下雨就那呀，我们去捡瓜牛啊！天哪，捡瓜牛啊！瓜牛能赶上吗？太大不行，太小不行，刚刚好。对，走太快了也不行，走太慢也不行，刚刚好。而且带回去不可以马上杀，太残忍了。要先给他排毒，他在外面流浪很久，要给他饲养一下，给他吃水果啊，然后芹菜啊，然后再吃，吃他还有意思。我们吃东西有意思。我说过那个灵跟灵的相遇，不管是大自然的空间，或者大自然，或者是吃的、喝的、人的，我们为什么一见面？我们今天真的没有礼貌，没有准备礼物。下次我记得。对，没有这样哈，就你看你们都不爱听嘛，就是因为没有这样，灵跟灵没有办法近距离啊。好的，像刚刚那个谁讲的，灵跟灵近距离讲话，我们有一个 keyword 叫流利词。一下，就是他刚刚讲的靠雕啊，就头目的石祠、妈妈的石祠，或者死掉的、枯掉的里面的石祠，都叫这个字，叫留恋词，就是灵跟灵近距离的互动的说话形式。留恋词，你就照写吧，灵跟灵近距离的互动说话形式。留恋词没有这个题目，这个是连贯，所以母语里面充满连贯。对，所以在生活上都是。包括女孩子在家里要煮饭哈，各位，现代女性，厨房的空间是女性的，然后一定要让你的厨房有烟，不是要虐待女性煮菜，而是你的厨房空间是家里很重要有温度的地方，喂养家里的地方。你如果没有那个烟，容易群灵，没有办法来保护你家，你的主灵找不到你家，不知道怎么保护你们。那你家没有这个温度，没有这个呼唤群灵的一个象征，那你家是死的。所以家里不开火，其实是对家是很伤的。对，即便我就是煮开的水，每菜丢下去，我都喂养了我那个肥肥的老公。对，他号称是那个德国的，可是不给他吃肉，他也活到今天，对，肚子还是很大。啊，就是因为这样子，我有烟量都有波比的哈。我的意思是说，家对阿美族来讲很重要，它不是一个躯壳，不是一个女性社会的财产而已，它是一个生命，它是一个有机的生命。包括我们对土地也是，我们对土地有名字的。有一次那个阿妈，我就说：“哎呀，这个土地干嘛还一直种，卖掉就有钱养老啊什么的。”他说：“哎，不行啊，怎么可以这样？”然后过一阵子，他经过他家的田，他小孩都没有种田。然后荒草漫漫，他就快哭了，说：“哎呦，我的田，怎么这样子对我的田？”我就说：“就卖了吧，这草，福建人都不种田。”他说：“怎么可以呢？田是家人。”我说：“什么？怎么是家人呢？”他说：“我的爸爸妈妈在这里工作，然后阿公阿嬷在这里工作，我的族人换工也在这里工作。这个田一定是有生命，他是家人。”他说：“有人可以把家人卖了吗？”我讲得清楚，
不幸的是，每家都在骂家人。现在孩子都不重点了，换新台币啊，要换。可是阿妈说，新台币会用完，可是他是没血没肉的，可是钱是，就算没有钱，都可以喂养一家人。他们历代就是这样活下来。所以土地对我们来讲，对，争取的时候可能话术更多一点，他是我们家人。那边有我们族人换工，家人换工，是自己耕地的时候，跟植物的灵、土地的灵、跟所有的人的灵的连结的总和，所以那个土地对我们来讲，为什么很重要？也是为这样，这样可以解释你的问题吗？好，就老师在那个不得不上路的这个植物片里面，就有一段我觉得看得很感慨，也觉得印象深刻是，就是老师在参加完那个台语书之后，然后在那个车上，然后就有提到说，就是因为要赶回去学校，就是平时参加也比较忙，然后就提到说，就是好像现在的老板可能没办法理解说，就是为什么这些原住民啊，就是想要返乡从事文化传承的原住民会一年可能要消失了好几天，然后就没办法工作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其实也反映出，就是可能现在的社会的一些工作形态，对于这些想要返乡从事文化传承的原住民而言是非常不利的。然后加上就是可能我们的一些国定假日其实也是以一个汉文化取向，就是比方说会放长假，可能是什么春节啊、清明节、端午节这些节日等等。那想问老师，就是对比于一些邻近国家，比方说菲律宾啊、马来西亚，可能会针对不同族群的不同的宗教信仰，会有不同的国定假日这件事情。那想问老师说，就是对于台湾现行的这种制度，有一些什么看法，或者可以改进的一个方向？我不是长官，也不是总统，也不是文化部部长，实在是讲了 N 年其实也没有什么用啊。那其实看自己啦、啊。那像我的话，我就是我的学生只要回去做仪式，我绝对放他假，而且不算他放课，当然他回来要做一个工伤。对，只要是他回去做仪式，我全部都让他放，哪怕就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我都会让他去。对，他们都知道。那我觉得这个政府呢，我说过嘛，民意代表都不懂文化，制定那些政策也不懂，包括现在传统智慧中创作条例，我也觉得我当初是非常反对。对，你看果然不错吧，没有用。以前那个民主的小学也是，我说没有用，果然没有用。现在世界学校也会没有用，对，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真正想去做永恒存在的事情，都是业绩嘛，一个老板一个业绩是吗？所以我觉得应该按照每一个族群的呼吸的方式去制定，会更难，对吧？你可以像布农族或者是其他族群，它是以家族的为单元的民族，可是每次拨那个拨钱或者是补助钱或者是弄文件上什么，他就不会量身定做为布农族去做补助的政策或者是文件站的需求之类的，他就是化整为零都一样，没有个别差异的那个细致的考量是很难落实的啦。如果原住民当总统可能可以了哈，明天放假全台湾每天都到各族去参加仪式 ，happy happy 开心，好，可能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嘛哈。那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说可以放手让，公部门跟私部门的这个有一些约制力的政策上面可以给予更多的尊重，我觉得其实可以落实。可是问题是现在原住民在职场上的位阶都会是比较是中低级的，那你可想而知他们的生产的不会是那种老板，不会是那种很有 sense 的，他是为了赚钱，要不然我找你干嘛？那原住民是奉献体力的事情，工作比较多嘛，所以我觉得全台湾的文化素养可能应该要提升一点，好，多元族群的那种文化素养要提升。我觉得就是刚刚我讲的，就大家没有办法去
分享，或者是让一朵美丽的花好好开在那儿。对，其实每一朵文化的花都是不一样的，你应该让它好好的绽放出它原来可以让大家看你的美丽，很欣赏的，然后也可以互相拥有的概念。对，假日你看台北人回台东一天，那你丰盈祭三天，那一天去一天回来只参加一天，而且有的部落很严格，不回去就要被罚钱，一天1000块一个人。所以有的人干脆放弃，我们也不放弃，这个部落就带有连接。对，所以就常常就说原住民毁灭就是被毁灭或者自己毁灭，就是会很难过讲出这句话，是因为台湾好像这么多年，从我的年代一直到现在，我很心疼的孩子们还在讨论一样的问题，一样的问题。我们当初想解决的问题，现在其实还在被讨论，真的靠你们了。你们以后好，当台湾首长们都来替我们这个，可能你们的年代也没有我们了，你们老了。原住民就是现在打到啦哈，那你就自言自语母语啦，就祭告一娜，那一娜祭告我，啊，哎，不好意思，有个简单的问题，我这边没关，完全。是你在接受那个自由撰稿人经济局所访问的灵魂的市场学到机制这一篇文章里面，那个提到美术馆中的事情。然后，对转宗基督教的事情，但转宗基督教这件事情呢，就老师你认知契机从什么时候开始，然后几时阶级所面临到的困境，老师你有在这边有很多的描述，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个基督阶级是不是在地位上面会受到变化？那他们还这么认同自己是基督的人，或部落里的人，是他们会是一个什么样第三样的信仰部落系？这一段是教会部落，我觉得礼教部落是一个非常特别的部落，它离花莲市不到几百公尺，就一条河跨过去就是花莲市，可是它在北部阿美县是唯一完整的保存记，对，两个部落两公尺，对，它的部落也蛮可怜，我的母部落也很可怜，可是我的灵魂部落倒是一个非常。让我可以放置的一个文化的一场，对。我觉得改宗嘛，要改宗。改宗，然后那个就是改宗教的宗。对，改宗教的宗。那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这样的改宗是谁扮演了一个很大的力量呢？让那个族人去舍弃祭祀阶级，这个。就像秦坎祭啊，已经有面粉、有衣服、物资，我们传统的那个就会完全往教会去了。对，然后呢？说我好，我是基督徒出身，从小在自认为是教会的天使，然后会失气，然后哎，拜六拜天没事，会自己跑到教会去擦擦抹抹扫地的那种小天使啊，一边唱的是很开心，非常爱我的牧师，也很爱我的教友们，爱族人们、家人，甚至唱歌就会感动到痛哭流涕的那种。那我到基督，从基督徒到了这个吉高赛，当然是家族家人的那个八成，这个基督面都讲过。那我们家有三个牧师，四个传教士，对。然后我确实被他们扫出去的那个。可是后来我爸爸妈妈，我很感动是，他开始会守着我的食物禁忌。我到妈妈家吃饭，他一说就吃那一点，不要吃洋葱蒜，然后这个是你可以吃。然后我没有因为当吉高赛就跟以前不一样，我反而更爱家人、爱族人。然后，对，就是我爸妈后来发现我当吉高赛好像比当基督徒还更好。对，也不是这个好，就是说他会呼吸到不太一样的法脉的。对，然后我后来发现大家都很常问我这个，你怎么从基督徒变成这个吉高赛？我说，后来我也细细的想，后来我发现其实我没有变。啊，我的灵要不是基督徒有那个灵，我到吉高赛这件事没有办法这么顺遂。然后后来我听到96岁那个阿嬷说了一句话，她说：“
再不高啊，是再干再滚的嘛，是吗？再不高啊，是再干再滚嘛。好，我会这样翻哦，就是这个世界的零只有一个，或是那个世界的零是一。那这个，那之所以会有这么多，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对，做出来的形式不一样。也就是说，我们任何一个宗教的形式是不一样，可是那个零是一样的，万法归一吧，对吧？对，就是这个意思。世界的零是一，但而不同工作。所以我当基督徒那个灵没有因为当警察再不一样，没有，其实不一样。那后来把我搅和成那样的哦，是人间的人，还有人间的想法，跟对他们自己形塑出来的概念的碰撞，会是这样。他们解答清楚，对。所以爱一个人也一样，不是因为躯壳，不是因为男女的躯壳，而是因为那颗灵。我如果在同性里面找不到那颗灵，我为什么不能？没有在异性里面找到那个，为什么那个？而且何况这个躯壳死掉，白骨一堆，谁认识还在里面，对吧？问题是你活着有没有意识到你的灵，可以让我们呼吸更舒服、更享受、更自由、更幸福、更快乐？对，阿嬷常说那个灵有灵魂的人是非常开心的，非常自由，非常幸福，非常有爱。这个是阿妈，我在书里面找不到的答案，阿妈都一句话就带过，对，所以我很喜欢在部落，对，听到的，面向昨天一天天，我们都有仪式，都是临时接招的，因为不能太早说，这个下个月有仪式不行，除非你预约是那个唱，好，那我们就会前一天、前两天才会讲，那下次有什么仪式，因为你太早讲的话，你又太慢做的话，生理。不耐烦，就会羞辱，或者是会让旁边比较有问题。阿妈的讲话是这样，灵官，我一直提倡灵官，对，但灵性下面的就是崇拜，还有个人的灵官。阿六弟，他就是刚刚说，当那个语文老师不会单纯解释一个词语，然后没有把它放进意识脉络里面。那他们知道，他们其实知道那些句子之类的。对，要问他们吗？母语的。你是子语吗？对啊，子语教育是这样，因为因为现在我们的子语教育还是没有，我们子语教育还是没有办法脱离课本，或是说他设定的情境其实都蛮脱离我们的生活经验。所以呢，如果要讲主语认证哈，基本上我们一半以上的耆老是绝对考不过主语认证。我们一半的耆老是考不过主语认证。就是你要买一半去考主语认证吗？不可能吧？可是我的意思是，不能这样讲，因为现在考试制度没有为我们老人家量身定做。你讲清楚吗？对，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你会知道那个主语认证的这件事情，它有一个吊诡，就是它的吊诡就是它其实是要去那一批，就是很符合那个教学制度的人，对。但是它真正跟使用语言、跟经验那个语言、跟在那个语言中的体悟是两件事情。比如像我前几天在考主语认证，主语认证的题目是说，哦，我们现在。那个便当都用塑胶盒，那以前老人家用叶子，那请说说你的想法。那就是那个谈的那个感受，你要怎么跟？然后是我的主语翻译题是说，哦，全国原住民运动会是原住民一年度最大型的运动会。我翻译这个干嘛？是我前几天主语认证的题目。对，然后说什么原住民的狩猎之所以不一样，因为它是传统之类的这种翻译。那如果我注意认真是这样的题目，老人家看到，哪怕他会中文，他看到说他要怎么翻译，所以为什么我说老人家一半以上老人家考不过注意认真，因为注意认真或者注意教学，它的设计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吊诡的存在，因为我们强调的文化有语言有文化的人，他是充满文化经验的，然后他们没有为我们几个阿赛量身定做我们专门的仪式语会，因为没有人会出这个题，也没有人会。我想考这个啊，
我也想考高级啊，想要再高级足以这个这个对吧？所以现在语言政策其实那些政策搞政策的人也搞不清楚了。像我们北部阿美明明有 B 哈，全部改成 B 哦。他们的老师台北的老师，民政都对，有没有文化？睁眼说瞎话，你去看阿妈的嘴，明明就是底拔的文化，他要用 B 哦。哎呀，做官大就都对吗？你看不一定吧，是不是？有没有解答你的问题？现在主语老师的文化素养也是要提升啦，不是只为了600块、800块，每天说他是主语老师，真的要为小孩子跟学的负责任的话，真的要常常。你看，像我昨天才吓一跳，阿妈说，因为下雨，你在植物上的露珠，跟因为雾，啊，清晨那个拧出来的露珠，母语不一样，你知道吗？旁边看。不是，还有一种，等一下再告诉我。好，有没有问题？有一个更比较要感兴趣的两个问题，就是跟吉米尔之间进行讲到，就是想问一下那个老师，就是在阿美族的灵观里面，那人是到底是为什么生病，就是身体跟或心理为什么生病？那在为什么？对，就是说以灵光来看，那在平时，那在平时就是在处理的疾病的时候，他是会怎么样去处理这样子？哦，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比较感性问题，简单问题是，那个男技师跟女技师在差别，或者在想的问题是称呼，或者说在自己的角色上面有什么差别？对，非常好。好，我们会我们刚才那个身体观其实跟我们的灵观是相扣的。如果你的灵群有一块落掉了，你就会 balance 不好，这个就会生病。我们对病的概念不是中西医可以好的躯壳的病，是那个看不到的造成的病，那就是跟灵观比较有关系。那基本上我们是灵疗，我们是属于灵疗，所以大家都觉得，哎，疗要把六边应该都可以什么都好，就是不是？我们还是有灵跟灵的缘分跟相遇的时候的浓度。来去定你的病会不会好，我们绝对不会包你好。好，就像我老二是阿妈他们给我的求做仪式来的，他们也没有说你一定会有，可是因着他有他的梦，属于高阿子的梦，然后来解读我一定有，所以我最后就帮我名字卖了，他就是以阿妈名字命名，这是阿妈要我答应他。所以我们的病是非身体的病，是属灵的场域的病。那这个判读都是有资深的一纳，有眼睛、有心、有那个连结的资深的一纳们、妈妈们来判读。对，那你还点问第二个是什么去了？哦，男技师、女技师。其实以前我们最厉害的是男技师，那就因为要赚新台币哈，从日据时代开始在外面工作，他就没有办法做专职的技师高赛，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守禁忌。在外面不能，老板给你吃什么就吃什么嘛，所以他们很难守禁忌，所以他没有办法做专职的技师。对，那后来就看到了，就是你们说的女巫村啊什么女巫，其实就变成都是女的。对，其实以前最厉害的是男的。那我们的工作不是用性别来分，而是用刚刚讲的阶级的层次来分。那萨卡盖拉现在有男有女，他可以做的、够得到的、可以碰的。或者是可以够得到的神灵群是因着它的层次会不一样，所以你可以接触到仪式的工作的属性也都不一样，基本跟性别有关，这跟层次有关。那每个人的层次是跟灵的感情浓度跟熟悉程度来定，这样讲就让大家明白。快点，我还有三分钟。不好意思，我今天拉大家讲，其实。我有整理的更好的，我老好，我真对不起你们，我跟你们再鞠躬。我真的有整理很好，老好，还有问题？就是老师，你们会怎么样去理解，就是忧郁症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有非常多。像是都员朋友啊，就是都有这个
这个小困扰这样子。对，就是我想象，就是有没有基督教赛会怎么样去理解这个，用人观啊，或者是那个灵观去理解这样子。好，这个跟刚刚我们那个身体观有关。我说过，你太用头，太用心，其他的东西很少动。比如说，你们都天天窝在家里都不动，然后你的五个区块的共振的 balance 不见了。你用太用这边，这边就太重，然后其他太轻，就没有办法活了，就没有办法正常的运作。那其实我说过，那个灵观很重要的原则。那灵观再来就是，你跟世界连接的越多，那你就会跟你快乐、幸福、美好、人多、爱你、跟众生就很遥远。对，所以你要常常想到，你的灵是很可爱、很美好、很永恒，它是充满爱的一个本体。你如果没有 touch 它，你就很难享受人生的滋味。所谓人生滋味，就是你有灵观的话，喜怒哀乐、酸甜苦辣都可以尝，因为这个叫人生的滋味。可是你的纯那个属性，就像刚刚大伯讲的，我的灵魂的他乡是永恒的他乡在里面，我何必在意这个短视的那个躯壳的琐琐碎碎？拜托，人生难得啊，是不是？你不好好开心的，你怎么允许你自己这样？那就是你没有灵魂的，你不想要让自己的灵魂呼吸顺畅、永恒存在，所以你会自己让自己掉到那个洞里面。所以你要常常去接触不同的灵群，包括大自然，包括人，包括事情，包括很细微的东西。你用灵观去 touch 的时候，你何须跟很多人，或者是你就可以找到你自己的路。我觉得你的灵魂会找到自己的路，然后让你在这个世界上活得更顺畅一点。我想达到他们跟那个哈拜他们都曾经有过那一段，所以我们都可以互相的对。撒迦罗提达，试试看吧。然后学生常常问我说：“那怎么尝到自己的灵魂在？”我说：“你就好好看着呼吸就好了。你连呼吸哈嘿哈嗨吼吼哎呀那个呼吸的感觉，你从来就不关注。你连活在你的躯壳，你都不知道你的呼吸是怎么了。有没有人每天会注意自己的呼吸？”安静的跟自己在一起，没有，饶了自己。我每天给自己十分钟就好，就慢慢增加时间。你都跟世界每天密切的接触，却没有好好的认识自己，跟自己在一起，然后把你的灵魂跟躯壳的呼吸可以弄得更实际一点，更舒服一点。我觉得大家多爱自己吧，要有灵魂，爱你的灵魂，永恒的自己，好不好？好，我想我的时辰到了。好，我不好意思，今天真的是李弟老准备的不够晚。好了，我回去罚三杯。好，那没有问题的话，我就先讲到这边，谢谢大家。收获这么丰富，然后经历了一个生命的洗礼，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珍贵。然后所谓存在的乡愁，应该需要大家细细的品味嘛，所以我就不多想。然后希望大家可以从阿美的文化里头跟自己的生命有更多的对话。那我们休息十分钟之后，就是晨曦会继续，四点半的时候开始讲堂。那就请大家先休息，好，谢谢。我的生命故事，那之所以我今天会把北小老师找我这边，是因为我觉得刚刚黄安老师把大家带到一个很遥远的时空哈，那我把大家拉回一下人间，告诉大家我怎么从台大这个地方走到那个地方哦。好，就是其实故事是这样嘛，就是如果。我想先认识一下大家，在场是原住民举手，那是阿美姐姐举手，两个，好，三个，好，我是南黑前提，南黑阿干的哦，哦没有了，我的爸爸是来自花莲吉安乡纳豆兰的阿美族，我的妈妈是来自新竹竹东的客家人，
我外公是来自跟国民党起车再来台湾的广东人，他的爸爸是来自印尼响应中华民国建国到广东的华侨，所以呢，我的上面的祖先有点多，然后族群有点多，然后我阿公在过世的时候，亲戚才突然在小声聊说，哎，我们上面的哪个亲戚是傻逼呆啊，所以我可能有一点点傻逼呆，所以在这么多的祖先呢，成为今天的我这个一个人。那但是我很喜欢有一个人讲过一个感动话，就是尤其是对我这种混血的，月亮已经听过，就是他会说，你不是一半的阿美族，不是半个客家人，你同时是一个阿美族，也是一个客家人。就是你虽然是血统是混的，可是你的身份的多元，只要你好好当个人，你就是那个身份。那当然，我觉得在当代的身份的混杂混淆，然后在很多种可能性穿梭在各个空间，所以你什么都是，然后你也什么都不是。那如果你今天要我介绍的话，我一定会说自己是个阿美族，然后我是一个客家人，但是我不觉得我是一个称职的客家人，然后我是一个接近称职的阿美族。好，那我讲我在台北出生，我在台北的台安医院出生，然后我出生三个月就被我祖母我的白姨接回花莲，所以我的一岁到三四岁是在花莲生活，所以你要问我的回忆有很多吗？其实还好，我大概在四岁的时候就被我妈妈带到台北去念幼稚园，我是念内湖幼稚园的，所以我是一个一系列学历都是在台北长大的小孩。我是内湖幼稚园，胡适国小、内湖国中、师大附中，然后台湾大学，就是一系列的学历都是在台北长大的。但是我觉得我很幸运的事情，是因为我有一个就是非常阿美族的阿嬷，所以他对于文化有一个很强烈的坚持，所以我虽然在台北一直生活，可是我的寒暑假可能一个月五个月很多都会被我的阿嬷直接拖回花莲，就是待一段时间，所以我可能比大家常讲的都市原住民多一点点的文化体验。我有参加过丰年祭，然后基本上每一年的丰年祭，如果我不是商家的话，我都会跳。然后我有跟我阿公阿妈一起去抓过鱼，虽然他们负责抓鱼，我负责溺水。对，然后就是我游到他们的网子里，然后差点死掉了。然后我阿公是一个很厉害的猎人，虽然在泰雅族跟泰鲁格族的面前，他可能不是一个厉害的猎人，因为我阿公会抓什么呢？我阿公最会抓的是鸟。他就说跟我泰雅族的朋友说，我阿公会打猎，他抓什么？我就说，他会抓麻雀。然后泰雅族的朋友用一个非常看不起的眼神来看着我，就是我觉得至少在我的文化的生命中，我有很多好的文化的童年的开始，就是包含捕鱼，看过我阿公怎么处理那个鸟，然后参加过丰年祭，然后在小的时候在那个满满是族语的教会里面长大。当然神父讲道不是用主语，他是用法国口音非常强的中文来跟我们讲那个，所以每次地狱有火还是地狱有火我都搞不出来。总之呢，就是我有蛮多的在部落的一些经验，可是其实整体来说，我还是终究是在那个时代，我终究是一个台北人，无论是国小、国中、高中。然后我会的族语很少，当然我很幸运，是因为我的伯母以前是阿美化身舞者，所以以前我很常去看她跳舞，所以原住民的歌我会很多。但是到台北的时候，就会那个感觉会很复杂，就是我从来不会拒绝承认自己是个原住民。基本上从国小开始自我介绍第一件事情就说，我叫陈曦，我是阿美族。只是通常你介绍你是阿美族的时候，接下来就会排山倒海问题问过来，所以你会骑山猪吗？我真不知道谁发明的。对，但我严重怀疑是白亮老师开始，因为他说他以前在念师大的时候就会跟他的同学说他会骑山猪。对吧，就是比如骑山猪啊什么的那种刻板印象嘛，然后他们说你们家就是他就说你们家住茅草屋，我就说我家还有 WiFi。
好，不过呢，我觉得这么多的故事呢，我要讲的是，其实我在台北，对我来说，我至少在我小时候，我会觉得台北是我的家，花莲也是我的家，可是两边也都不完全是我的家，因为我在台北当然可以很多生活，可是我在讲我原住民的经验的时候，没有人可以懂。比如像是我阿嬷以前，就是如果我中午肚子如果下午肚子饿，我阿嬷就会说你自己去厨房自己做个咪咪饭。我从小的时候我都觉得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咪咪饭是什么。那咪咪饭是什么？咪咪饭就是你去拿那个厨房里的煮好的饭，然后呢加点盐巴，自己捏变成一个饭团，叫咪咪饭。因为阿美族的这个捏的动作叫咪咪，所以我从小都觉得咪咪饭很正常。可是我到台北的时候，跟同学问说：“哎、欸，你是花莲人，所以你在花莲都吃什么？”我说：“我最喜欢吃咪咪饭。”他说：“哈，咪咪什么东西？”那就是他们会用一个。可是我回花莲的时候又很奇妙，因为我是阿嬷的小跟班，所以我反而跟我的同侪不熟，就是反而跟我同辈的，我没有跟我同辈的人在一起。然后我从小都很怕那种部落的叔叔，怎么怕呢？就是他们其实后来才知道他们不凶，可是小时候他们就会故意凶你，去哪里？然后你又看到身为一个在台北长大的小孩，你看到一个牙齿满满是红的，可能有一点烟味跟酒味，然后可能因为长期工作要晒太阳，所以长得非常粗犷的那个人，看去哪里就，我不是害怕，我一直可能是害怕。然后一路到国中，然后我有参加部落成年礼，那我在那一刻我才知道，我参加部落成年礼那一刻我才知道，我部落叫纳豆啦。不然在以前我知道，哦，我是花莲吉安乡阿美族，我甚至连吉安这个字都不知道，我知道我是花莲阿美族。我知道国中之后才知道自己是一个，是一个叫纳豆来的阿美族。然后哦，原来阿美族有年龄阶层，然后我是年龄阶层的一份子。可是我参加完成年礼，不代表我就感觉我是部落的人。我进到部落的那一刻，一个很吊诡的事情是，我第一次参加成年完之后，理论上说的青年都要去跳舞，可是我的第一个门槛来了，我不敢打赤膊。可是我们的部落的要求是，你丰年祭，你只要是成年男子，一定要打赤膊。所以呢，我那时候做了什么选择？我还是穿了一件上衣，然后我就偷偷到女生的那一圈去跳舞。对，因为女生那圈可能是女生带的男朋友啊，可能是哦，你还没有成年的那个年纪，所以可以穿，所以我就混在那个女生的当中嘛。所以反而，我比如说我在那个之前，我在18岁以前，我跟部落的熟悉就是刚刚这样子，就是我有跳过凤年祭，可是我不敢跟一群男生一起跳。然后我有参加过主义教会，可是我真的说实在，我跳过主义，然后。我很担心，我一直被大家认为是台北，可是大家又为什么是这边？我觉得这个感觉不错。然后一路到我在高中的时候，就是我高中目前是大附中，我是语言社，就是辩论社。然后呢，我们那时候就有一个很经典的命题，要的题目就是：到底原住民可不可以有升学优待政策？那当时我就是跟我的同学这样，花了每一个礼拜的每一堂下课都在讨论那个问题，对啊，什么基础性差别待遇啊，巴拉巴拉巴拉什么东西。可是基本上有一句话真的很扎心，就是，哎，你又不在部落，然后另外一个是，你又不会煮，不然你说一句煮一句。然后有一次我小时候，我记得有一次为了骗同学，所以我叽叽呱呱讲了一堆我自己听不懂的话，假装的事情。我也自己也不知道那时候在想什么，就是用那个来让我同学觉得，哦，这个好像有点东西。可是其实我会的主语，我在那个时候会的主语比较少，可能就是我知道猪怎么讲，我知道鱼怎么讲，我知道坐下怎么讲，我知道站起来怎么讲，知道去睡觉怎么。那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那基本上就是阿嬷唯一会跟我讲的，哦，去睡觉，哦，这个去拿碗，去拿筷子，所以那些词我绝对会。可是其他的。其实我在高二的时候啊，就想说，大家都说大学的时段，一个人会有很多时间，那我要好好的回花莲去跟家里人学文化学主语。
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世界就是这么巧妙。在我高中的毕业典礼的那一天，6月6号，永远记得，我阿公就过世。就是我那时候就是觉得，老人家真的是跑得很快，永远追不到。然后那时候我阿妈癌症3期还是4期，就是他们真的没有办法，完全没有把时间留给我去学文化。然后我是一路到大学的时候，大家知道台大女生办，就是台大的原住民社团。一开始我就觉得，我一到当然觉得我是原住民，可是我对这个社团一到还好，就是就觉得就一群原住民聚在一起，不知道为什么。可是其实那时候台大发生了，我大一的寒假在台大发生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梅峰台大梅峰农场的事情。就是总之呢，台大的梅峰农场他有跟当地的赛德克人有一些土地争议，啊，当事人就是我们我们人类系的学生嘛，对。然后那时候我才觉得，哦，原来原住民参与当原住民有一种方式是用参与议题。那我觉得我刚刚讲了那么多，我觉得我今天想要讲的两个东西是，到底什么叫做身为原住民这件事情。那我觉得马汉老师当然是给我一个很经典的原住民的样子，可是难道在都市就不能当原住民？先不要有一个绝对的答案，因为我的答案不一定是我的答案，自己的答案也不一定是你在都市就可以当原住民。也不是说你在都市不能当原住民，可是我觉得那个答案比较复杂。那我觉得整个认同的过程是一趟很复杂的旅程。我从大一的时候，在受过原生代的熏陶，在台大原生代。每一年都，我们大一有一件事情，就要叫做宣誓。但是现在这件事情已经在台大原生代听说已经不存在了，不过没关系。就是我们要到台大的校门口，然后大声喊说自己是谁，自己来自哪里，然后你是谁的小孩，你是哪个部落的人，你今天在这边，你要对自己许下什么承诺？我在这边告诉大家，我成年了。透过这原生代以前有这个。很像邪教的仪式哦，就是我要到台大校门口那大叫，哎，其他都下部，然后讲，我是来自花莲县吉安乡阿美族，我在这边我要跟大家宣誓，叭叭叭什么？比如像我们有个学妹说，我非常感动，她就说，啊，我就是说，哎，大家，我是学法律的，站在第一线做运动员助民，你们不要怕，我会保护你们。就是当然，就是那是原生代那时候给我的一个样，就是。你身为原住民，你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你要做原住民工作，原住民的任务了。然后另外一种是，再回到这个开始讲学术，原住民后来在原住民运动有两个很重要的路线，一个是留在都市的路线，就是在比如你现在我们的原住民会主委以降法路，或是像那个歌手法奈，不是法奈摩罗，法奈古穗，其实他们都是比较偏所谓的都市的原运的系统的人，他们所诉求的原运是跟政府去谈什么叫原住民权益。可是后来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路线的人叫台邦撒撒勒等人，他们觉得在都市做运动的人，他离部落的文化情境太远，比如传统领域这个四个字。其实，在部落的人其实不太懂他的概念，或是他是在都市一群人开始喊传统领域、传统领域、传统领域喊很久之后，部落的人才稍微知道哦，有传统领域四个字，这四个字，他才把传统领域这四个字拿来当自己的工具使用。所以我刚刚讲，原住民的运动有两个很重要的路线，一个是在持续在都市的街头去为原住民的声音呐喊，另外一个是所谓的部落主义。这批人决定要走回部落，去跟部落一起生活，去用部落的观点谈原住民。但这件事情在原住民社会是非常正常的，因为其实在现在超过二分，大家应该知道，就超过二分之以上的原住民并不住在原乡，而且这个统计只是在统计社籍的。如果你是像有些人，他可能是花莲比较南部的部落，他迁籍到花莲市中心。他还是视他为在原乡的人，所以这个统计可能真正待在原乡的人其实是少之又少。
那对我来说，这两个医院都是原住民，可是在都市的、在原乡的都是原住民，可是他所要谈的那个原民性的那个东西，我觉得以后梅霞老师可以多跟大家谈原民性，因为我自己在整理相关的论文，我真的找不到，快吐。好，回到重点是，我觉得我在我大一的时候，原生代给我了一个几个可能，告诉我一个原生代对我来说很重要是，当原住民的可能性有哪些？当原住民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做街头运动，就是你很努力的跟政府提出，我们身为原住民，我们的诉求是什么？可是原生代还有同时另外一件事情是很部落主义的。就是原生代在我那个时代，现在我知道，就是我那个时代每年有一个活动叫年祭。那年祭是什么呢？年祭就是在每年原生代会选择可能一到多个部落，然后去做文化的踏查，然后把那边的文化或乐舞，甚至是祭典呈现在台大这个场域。对，那这就很有趣了，因为通常做街头运动的人他。不一定会很理解部落当地的观光，可是原生代很有趣，是他在当时，他还是希望让他的我们的社员可以去跟部落接触。那刚白老师有就是我跟白老师都是我们都有一个所谓的田野初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自己相关人类系的同学去找。就是如果你做田野的话，也许 maybe 会有个田野初恋，第一个感动你的那个部落哦。白老师是在猫公部落，他第一个感动我的部落在猫公部落的隔壁，一个格马兰族的立德部落。就是我第一次做田野，然后，但我必须说，我是一个很幸运啦，真的田野没有那么美好，所以大家不要浪漫化这件事情。可是我必须说，还是很幸运，就是我跟一个。你们一个大学长叫布瓦克的阿妈结缘，他是一个很厉害的阿美，北哥马兰人。那那个部落很有趣，像我是阿美族，你们是格马兰部落，可是那个部落所有的耆老都会阿美语。所以有一次我去参加他们部落会的时候，他们原本要跟马兰人聊天，可是因为村长是阿美族，村长一进来，马上就掉，全场马上变成阿美语聊天。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环境。可是我觉得我要说的是，我第一次做田野调查的时候，我才发现其实部落有它很多种不一样的说话方式。然后另外一件事情是，但我觉得格马兰是一个很有趣的入口，是因为格马兰它本身就长期在做社会运动，因为它在做要为证明这件事情，它做了很多努力，所以它本来就有一好几套说辞是说给来访问的人。那总之呢，我的开启我的部落的旅程这样。然后原生代是一个很喜欢，很擅长自我辩论的一个社团。就是我自己觉得我们蛮变态的，这种变态。当你在都市，然后学长姐就会说，你为什么不回部落？你不回部落，你还是原住民。当你要回部落的时候，学长姐就会说。你凭什么回部落？对部落来说，你只是外人，觉得你为什么可以回去？就是，但学长姐并不是要真的要赶走你，而是要告诉你说，你每一个身为原住民的选择是很复杂的，就是那个复杂是你的身份政治这件事情永远都在你身上。就是部落没有绝对的圈内人跟圈外人。那我在我大二的时候，我正式的又回到我的大稻埕部落，虽然大部分还在台北念书，可是我已经回去参加青年会，然后部落所有祭典都会回去，包含母祭、母娘祭，然后风铃祭、成年礼等等，我全部都参加。然后我把自己搞得比在部落青年的那个参与率还要高，对，好像我住在部落一样，但是那时候还没有。就是我那时候其实只想证明一件事情，就是，我必须要用透过行动去补足我在部落的一个空白的那个二十年，就是所有青年需要人的时候我以前不在，然后所有部落需要人的时候我不在，我透过行动去补足这件事情。好，那这个是一个非常一般的故事，
这就是我在台北的基本活动，一个是参加原生代，然后参加一些原住民的运动，然后一个是偶尔回部落去做文化访查，然后参加原生代活动，比如去别的部落去访问，然后就在部落呈现出年纪。然后在台北，我有自己找到，我跟原生代社自己找到自己的主语老师，然后去努力的去学主语。好，这是我在台北的行动。因为原生代它有一个潜台词啦，就是你既然想当原住民，你必须要做很多的行动跟努力去证明你是，然后告诉你说你为什么应该在这里。然后你这个身份是很珍贵的，必须珍惜它。所以呢，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最后大学毕业，我大学昆虫系辅人类学系。然后为什么当初？哎，夏老师，不好意思，为什么当初我没有考人类的研究，人类系台大人类系研究所？其实就是我想给自己机会回部落一次，就是真的待在部落生活那一段时间。就是我觉得我真的回部落的时候，我觉得你才真正知道部落内部的那个复杂。就是田野当然可以是一个很浪漫的事情，就是田野当然很多很浪漫的事情，比如你从像我从大家都只知道我是德比武少的孙子，或是我是陈文章的儿子，到我爸变成陈曦的爸，你知道那个差别，就是我是用他们认识我的关系，我反而变成那个关系的重点。核心的那我在，当我在硕一的时候，正式的回到花莲生活，然后开始。其实一开始的访谈其实蛮没有目的的，就是什么祭典都参加，然后靠老人家就固定问主语。可是我觉得，其实身为在台北的原住民，其实我一直来都有一个缺憾。那但这缺憾也来自于我身为阿美族的骄傲，就是你觉得身为阿美族要变成一个天下无敌的族群吗？那什么那个缺憾是什么呢？是来自于传统信仰到底是什么？就是我觉得今天很难一言以蔽之啊，就是我在都市都告诉你说你怎么样都可以当原住民，你透过各种行动都可以成功。可是当你在传统信仰面前，你很难回答这句话，就是传统信仰，它在这个时候，它变得很本质的去评判你到底是不是一个，是不是一个那个很有阿美族的人。就是当然，我也可以说基督徒也是阿美族，传统信仰是阿美族。可是当你问起，如果你觉得传统信仰的人比较阿美族，还是基督徒比较阿美族的时候，基本上大家还是反射性会回答说传统信仰比较阿美族。我觉得那个不是我们单纯用现代那种大家都有机会，大家透过行动都活出自己可以回答的东西。但我不是说，所以我就是为什么刚刚说那个是原住民跟不是原住民，它没有那么绝对，可是有时候它还是被预设了一种评判标准，那个评判标准。所以我那时候回花莲，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去认识西卡瓦塞。那这也是我跟白老师结缘的关系。对，然后我觉得，很多东西可能刚刚白老师讲了很多，就是跟你讲声音，跟你讲阿美族的灵魂怎么看。可是其实我觉得哪怕以后有一堂原住民灵观课变这个教材交给小朋友，其实我觉得那也不是小朋友的东西，那也不是小朋友的东西。为什么会这么讲？是对我来说，为什么我可以懂白老师讲？是因为我真的跟白老师一样在田野的现场。就是那个身为阿美族的那个学习，是在日常生活中一分一分一分领出来的，那是我在台大完全做不到。但不是说你在都市就因此没有办法做，但都市我可以去原图去调，我的部落很幸运，我部落很多日志的资料，我可以读了很多以前的记录，然后我也可以透过台湾音乐馆的台湾音乐地图。如果大家对原住民音乐有兴趣，可以去那个台湾历史音乐地图去找以前部落，可能于炳川或许长惠等等，在部落全台采集原住民音乐，我可以用那个来连接我的文化。甚至你可能比部落在地人都会唱，知道更多传说。可是我觉得你真的回部落的时候，
那个差别是，我觉得就像刚刚那个马拉路，他，我当然可以就是用一个中文词告诉你那个是存在的相同，可是跟你真的理解那个当下的那个感动还是有差。然后我觉得喜高娃，我觉得去认识喜高娃菜是一个很好，对于你重拾那个阿美族性格的很好的一个训练。为什么讲这个训练是？你一般认识阿美族可能透过丰年祭，可是我觉得在白老师的分享或是东昌喜高娃菜他们的生命的方式，你会发现，以前我们可能很重视你在丰年祭活得很好，或是做出一个很棒的丰年祭，就是一直帮他们。我们会很在意哪个部落的丰年祭要完整，比如泰巴拉，比如沙劳，比如港口，比如都兰，他们的丰年祭都非常好。可是我觉得喜高娃菜他在谈的那个阿美族跟丰年祭不一样，就是他在谈的阿美族是那个很深，然后又但是又是日常的阿美族。我们会说阿美族是母系社会，有一种说法。可是呢，我们现在在谈阿美族文化复振的时候，我们最关心的反而是那个最父系，男最属于男子的丰年祭。为什么？为什么阿美族把这样最重要的祭典放在丰年祭？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误美丽的误会。以前一年的365天，你有300天是活在母系社会的那个温暖里面，在活在母系社会的生活。男生只是争取到那个丰年祭、捕鱼祭、捕鸟祭那个短短的时间，然后变成祭典。对我来说，丰年祭是一个他打破家的空间的一个时刻，因为年组织他，你在年组织的时候，你就不是你家里的成员。你在年组织里面遇到你的，哪怕遇到你的爸爸，你都要叫哥哥。就是，可是我们现在因为包含现在这个时代变迁，因为外来宗教的影响，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阿美族文化只剩下那个属于男生的60天，可是我们忽略那个属于女性的300天。然后对我来说，这个是，可是我觉得喜高娃菜告诉我们那300天是什么，就是你怎么透过禁忌的饮食，透过禁忌的生活，因为像我去东川看仪式的时候，我腰杆会起手禁忌，我腰不能吃葱，我在那个时刻腰不能吃葱，不能吃蒜，不能吃鱼，不能吃鸡肉，不能吃青菜，基本上你想到的大部分食物都不能吃，唯一能吃的就是姜、糯米、豆子、酒、猪肉，啊，其他都不要想，就是其他都啊，所以我可能那个礼拜都要喝豆浆。可是我觉得我想讲的是，就是我觉得我回部落，它让我感受到的是，其实阿美族有很多种实践的方式，可是有几个实践方式很容易被遗忘，尤其是像喜高娃菜那么日常的生活的灵观的角度，就是你怎么，那真的不是课本跟你讲说，哦，阿美族有灵观，然后身体有五大区你就可以懂，而是你真的真的，比如像是我去拜访部落喜高娃菜，他开始慢慢的在跟你谈。我部落喜高娃菜第一次见到我，哦，他今年100岁，我访问的时候他大概97，然后他第一次遇到我，他并不跟我讲仪式，他一开始跟我讲说我跟他共同的祖先是谁，叫我不要忘记。就是我们在做文化工作的时候，我们常常很急的想要恢复某个文化的某个形态哦，可是其实老人家在乎的不一定是。他可能更在乎是你跟他的关系，他可能甚至觉得，他甚至只会说啊，以后可能就没有喜高娃菜了。你现在知道那么多，以后会很寂寞吗？那我觉得，好了，我觉得我讲的有点乱了，但是我觉得回到，我觉得在都市里面有一套一直不断叫我们实践的方法，但是我觉得真的回到原乡的时候，你会发现原乡在乎的东西真的很。可是，而且原乡真的没有，像我的部落又是都市长到部落的地方，就是有一种是都市形成部落，有一种是我原乡在这里，都市不断扩张、扩张长到了部落，所以我部落有保雅、有全联、
有加油站，有麦当劳，然后有四五家的便利商店，对，所以我的部落是非常灯火通明的，然后生活机能非常方便的，然后到慈济医院只要20分钟，只要20分钟，所以整个基本非常方便。但是我们已经没有办法过传统生活，不可能。就是我觉得阿美族的很传统性的那个生活都是背上在立基于农业生活。以前一整年的时候的生活都是围绕在农业意识，什么时候种小米，什么时候收成，什么时候入场，为什么酒那么神圣？对阿美族来说，酒那么神圣，并不只是酒是我的路，而是它是所有一整年的仪式的累积的精华。你小米种下去的时候，你小米开整理土地的时候要做仪式，你播种的时候要做仪式，你除草的时候要做仪式，你快要收割的时候要把害虫赶走是一种仪式，你要收成的当初收是一种仪式，再收是一种仪式，入场是一种仪式，然后再加上制酒又是个仪式，所以你最后可以，以前部落可以有一瓮非常漂亮的酒，是因为你一整年的努力。可是我们现在在部落的人可能感受到这件事情，不可能啊，因为我们现在基本上十瓶酒里面有9.5瓶都是烟酒贩卖局做的，我们没有办法，哪怕我知道这个文化的想象，可是我没有办法，我没办法继续用这个象征去谈酒，对。然后所以在部落很容易酒就变成一种证明自己是原住民的一种方式。虽然我们常常讲说酒变成一种原住民的刻板印象，可是我在我的部落上他们大家还是会用酒来证明自己是原住民，用我的酒量，用我的酒胆来证明自己是原住民。可是也不代表真的就是部落就是这么失序。我很希望我部落的青年的会的哥哥跟我讲一句话：阿美族喝酒之所以漂亮，就是我们可以在那个快要酒醉的当下做到我们所有该做的。就是你哪怕已经走路到很歪了，但是你遇到长辈，该搀扶他，该跟他问好，然后看到嘎嘎手上拿东西，你还是会冲过去帮他把那个东西抬好。你有办法在酒醉的状态下做到最后，那也是在年阶层里面另外一种谈酒的方式。就是我觉得很喜欢，我没有办法跟大家谈到很多，但我只能跟你用我生命的复杂来谈。就是我从一个很幸运有点原住民经验的人，到我在都市里面生活，可能跟部落的那个空白，一路到后来透过原生代，然后参加回到部落这件事情，然后最后我回到部落里面重新去重拾这样子。我知道我没有办法像马老师讲那么好，然后大家我想看问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就是对于，当然对于都市原住民，或是对于原民性之类的，就是什么叫阿美族之类的，可以。好，那你要问我，也可以啊。好，那是我们那个东华族的学长，好。那我就是我们很熟的嘛，那我就直接过你，好，过。再回去部落之后，再怎么所谓的。家庭就是部落的产品，因为我自己本身在反思，毕竟我们家大量最近都在写论文，在反思政权的例子，就是我们这样子做，是我们仅受新的权力话语权，我会不会担心这一块，或者说你建划线这一块在反思自己在做什么划线这个过程中，因为毕竟我们传统文化它毕竟是像我们前面做的那个。是想象过去的事情，或是想象，我们现在在当代去想象那个传统再现的文化。那再现的文化，这些是什么？我们会想把我们这种传统上渲染，就是说在整个部落里面，跟我们青年的一起做。那这样的情况会不会是权力？好，我讲一个很简单的的一个概念。做田野的人在部落会不会形成权力？他绝对会。比如现在，
只要知道把那人问老师的人，那如果你在部落问到七八赛事情，哪怕是东昌部落的人，可能第一个反应就会叫你去问马奈努路。那这是不是一种权利？它是。那在我的部落，很多人在问仪式的时候，有些人的第一个反应就会跟他们说：“你可以去问陈师。”我并不是说代表自己装懂，而是可能因为我比较能把文化讲成某种有模，好像有模有样的样子。但不代表那绝对就是文化，就是文化，就是它是镶嵌在生活的每个细节。对我来说，那个更是文化。那我只是能把文化讲得比较漂亮。那这是不是权利？对我来说，就是。还有吗？好，没关系，我继续我的故事。好，那我觉得，有点。好，我觉得跟大家讲这句话好了，就是三段式，这是来自于东昌的一个过世的西卡瓦塞的一段话，萨嘎乌利提达，萨嘎拉瑞米达，萨嘎拉瑞米达，他是在讲西卡瓦塞的生活，可是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情也扩及到每个原住民当代的认同，就是萨嘎就是用语的意思，用语使用语，比如这个是我。早餐，萨嘎拉纳，萨嘎拉后，这是当做我们早餐的饭。这萨嘎无力，就是这是用于我们生活，一大是指没有包含你们的我们，就是我们跟咱们的差别，这是我们。然后再来萨嘎拉鲁尼达，达鲁刚刚班老师讲那个永恒乡愁，这个是我们共有的那个永恒的乡愁。然后最后一个萨卡德曼尼达，这是我们共享的福分。就是对我来说，我们身为当代的原住民，我们其实它卡在一个很麻烦的挣扎，是你在都我们的传统文化一确实不可否认，它一直在消失。就是我们因为经济生活的改变，因为宗教的影响，因为新的观光文化的影响，班老师可能会就有新产业等等。可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就是那个传统生活一定不在，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酒，我对于酒那么漂亮的想象，它是奠基在一个非常厚实的农业文化基础上面。那当然我们可以保留那个酒是我们的路，以酒充满意义的这个象征。可是你少了那个生活的细节，就像你一年365天，你只剩下那10天的丰年祭一样。可是那个。10天的意义来自于那350天的努力工作，然后我觉得身为认同就跟你一样是共同活着的，就是你，我觉得身为一个原住民的年轻人，他，我觉得我很喜欢，包含台大的学生，然后包含所有的愿意做原住民工作的学生，是因为我觉得他不断在问自己这件事情，就是为什么我要当一个原住民？当一个原住民真的比较好吗？就是，而且当原住民要受到很多质疑哦。你凭什么当原住民？明明我家的收入比你少，但为什么你是因为原住民就可以领到补助？然后一样，连我生在1995的人都有，还有人问我说你会不会骑山猪？就是它是一个很麻烦的生命的选择哦。所以，身为原住民那个苦很难谈。他当然有这种被外面质疑的谈的苦，可是我觉得那个存在相求更多的是，可能用圣大三老师讲的，就是我们是一个黄昏的民族，就是我觉得终究看着那个黄昏，然后在那个黄昏到来之前，我们努力的寻找我们的油灯，那我会觉得我们就是努力的画下那个以前黄还有太阳的时候的景色。然后这个萨嘎人的一大是说，我们身为原住民本身就是一件，你当你走过这些时候，它会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那这跟喜嘎哇塞的生活是一样的，就是喜嘎哇塞它就是不得不，就是你因为生了有灵相关的病，所以你成为喜嘎哇塞。然后身为喜嘎哇塞是苦的吗？它绝对很苦，并不只是你终身不能吃葱蒜，不能吃鸡肉而已，而是你要随时在一个很
很紧绷的状态。那个紧绷是说，可能部落不久后一下就有人过世，你要马上为他准备，跟他做丧礼，然后你必须跟着部落去处理所有部落的生离死别。出生的小孩身体不好，你要帮他改名字；人生病了，你要帮他治病；你是丧礼的时候，你要送他。然后甚至连都你都已经丧礼把那个灵送走了，主灵祭你还要帮他们请回来。然后华华娘娘说：“哦，你在彼岸过的怎样怎么样？”然后帮在世的人帮灵祭。所以乔奥塞孔嘛，他绝对，而且他不死的时候，他又要面对可能又有新的病痛要来，就是不是你成为乔奥塞之后你病就好，你每年都要重复做一次，然后有时候又会有新的灵跟你疾病的，所以你会有新的病。然后，可是呢，就是因为你走过这一段，所以你可以成为一个具有福分的人。这是，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一样，就是它也符合当代原住民的所有的认同，跟生命的想象。就是原住民是我没有办法拒绝的身份，但可能我身为阿美族，就是可能比较好隐藏，就是如果不说这件事情，不能看出来。可是那个身份没有办法拒绝，然后在那个过程中的定制。但是最后如果你走过的话，那个会是属于你的福分。就是我觉得原民性这件事情在都市在原乡你都有很多选择的方法。就像有人用原住民运动，有人透过学族语找到自己，有人在部落做社区营造，有人甚至透过文学写下自己的故事。那白老师可能透过研究跟仪式找到自己。但是我觉得我回到刚白老师不是有谈原住民的念，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就是最近有另外一个青年，他对白老师的话不太满意，因为他觉得我们部落怎么样，我们的人都还活着，就是我们都还努力的生活在这个地方，我们原住民哪有文明？因为白老师的主张是，如果原住民没有灵官，就等于没有文明。就是其实他们两个的观念都是对的，对我来说都是对的。就是确实部落在，然后部落很多，还有很多人在努力的做文化，丰年祭还是会回来。可是白老师真正感叹的是，在这个大时代下面，那个原住民面对的那个变迁跟改变，好像我们难以抵抗。就是包含宗教变迁嘛，那基督宗教。哪怕白老师他对基督宗教敞开胸怀，说基督宗教也可以跟传统信仰合作，可是基督信仰会想要跟传统信仰合作，还愿意接受传统信仰的观念吗？甚至现在部落把喜好再产生魔鬼，还是很常见的事情。然后部落的文化就是没有办法像以前那么完整，甚至觉得现在很多仪式如果没有公部门的介入是完全办不起来的，这就是现实。很多部落的丰年祭没有公部门的介入是绝对办不起来的。当然，我们还是期待部落可以像以前，就是每个人捐一点点，给一点点，就可以凑齐那个部落所需要的钱。我们当然希望我们有这样子的美德跟品德，保持原住民文化。可是现况就是不是，就是如果现在没有公部门的计划的出席，如果没有公部门愿意借那个场域场地，可能那些仪式很多都没有办法存在。哪怕是东厂的喜华赛，虽然很多是靠自己的努力，但是还是有多少一点点的经费是来自于文资相关的法律的保护。但我觉得东厂已经是尽量保持自己的主体性去办这个活动，可是那个整体的呼吸。还是很难跟现代的生活去做切断，更何况现在部落九成以上的人已经早就不是像白老师这样子的思考。那白老师的文化确实是阿美族的一种文化的一种经典的版本，但是我觉得大家如果要更认识原住民，那有没有都市的原住民有没有一套自己文化的版本？现在在部落生活的原住民有没有一套自己文化的版本？但是我也不觉得这件事情像无限发散，就是说哦，教会版本 A 部落有 A 部落版本，然后 A 阶层有 A 阶层的版本。我也不是要讲无限发散，而是当我们找到各自的版本的时候，我们的版本是没有办法对话的。
比如像是我们一直主张，就是在都市原住民，你也可以是原住民的时候，可是我会每次都会想问都市原住民外的问题是：都市原住民他是不是还是需要原乡这个的文化当做他的文化品牌？就是我指那个品牌是，当你的当原乡的部落已经没有在这么运作的时候。那我还有办法在都市跟别人强调说，我阿美族是母系社会，可能有点难。就是也许现在这个时代还可以，可是如果再过40年，部落它持续的文化持续式微的话，可能都市原住民他的那个传统的宣称会越来越多。那我不觉得这可能不是我们所希望看到。对我来说，这不一定是我们所需要的。我问尖锐的，就是说在你在这样的论述当中，就是骂我跟蔡人对话的中间，就是因为我觉得这样听下来，就是比如说你讲基督教，或者讲原住民，就是我会觉得有点在说实话的一种感觉，就是比如说你讲基督教，就是像我经历到的、经验到的教会，或者是说，因为基督教有很多的变，然后基督教它原本的文化其实也是从犹太教开始，所以。从这样的变革当中，其实我对文化是相当乐观的，是只是说，它可能不是能够我们完全控制的一件事。所以在我们在台中，就是刚谈到说，我说酒，我们在喝醉之后，你总是保持文明。我相信不只是对原住民是这样，是说很多我们如果回到一个比较微观的方式去看每个人，不管是客家还是汉人。对他，其实他，我相信他都有他想要保持，可是已经保护不了。所以，就说我是，我应该说我的对你的疑问是说，就是我也会蛮有这种观点说，在我们这样讨论，就是为什么这些东西会消失，会不会是因为我们可能没有给跟其他文化对话的空间，让他们没有办法受到，就是说我们原住民真正的启发。比如说我们刚讲这么多文化，我觉得可能对某些同学来讲，其实都是跟你跟我无关，就是说。对现在的汉民族就是住在都市里面，文化问题是他们会首先想到的事情，就点读，然后我觉得在文化对话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我可能以前比较持着文化沟通、文化需要沟通的这个论调，就是我必须要赶快让非原住民认识我的文化，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文化是可以对话，然后甚至可以共创未来。可能现在我在的处在一个情境是，我连我部落自己的人对于文化的想法都非常的发散，就是他已经难以形成某一个很强的论述跟主体跟主流对话。我对我来说，我以前我可能觉得那个对话是必要的，可是我后来觉得我看到危机是。部落文化就是在消失，可是，但也许透过对话，也许比如让客家人也来参加丰年祭，然后让在地部落的人跟其他民族有一些新的组合，当然是可以。可是我自己觉得，我可能我担忧的跟白老师的担忧一样，是我们很担心那个某种正面的消失。可是原住民当今的所有的几乎所有的。文化的或是权力的论点是来自于这些经典，对我来说是这样子。你当然可以用，当然你可以用国家迫害、用殖民、用社会用这种压迫性的论述去谈这种权力。可是我觉得他也很挑战的事情是，这件事情就跟转型正义，他到底要谈到多久？我并不是说转型正义不对，而是。始终会有一批人，他觉得他所经历的苦难比转型正义的人所喊的苦难更苦的时候，那转型正义在喊这批人，他在政治上的支持一个变动。那原住民也是一样，原住民当今在喊历史遗产，然后在喊我们曾经历压迫的时候，可是当他的文化的特殊性跟主流社会越来越没有界限的时候。也许在这个时刻还可以，因为我的祖父母的那一辈还在，他还保持那个文化正面，所以我可以透过文化的差异去谈我的政治的位置。
可是到五千也许五十年后，我讲明白，在我这个辈分可以留，在我往上加二十岁的辈分可以流利的讲出你的人非常的少。那等这一批人变成耆老的时候，我们还有办法继续用，我们继续用历史补偿去谈。对我来说，历史补偿可以谈，但是它不是一个很永恒的谈法。那我觉得那个永恒是你维持了某种文化主体性，它才会变成你去主张自己特殊性的一个很坚强的子弹。因为我觉得如果少了这个文化特殊性，就会很麻烦，就是。并不是说不会有新的文化的形成，而是说当今的原住民文化很多的权利的主张来自于文化的一个身心，所以我们的文化的权利是来自于这些文化是这片土地生出来的。可是如果这些文化已经消失，你没有办法再主张人身心的时候，那个真正权利的诉求的受到的支持会比较少，会很辛苦。我觉得会很辛苦，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我跟马老师在做的工作是。我们尽量去勾勒出那个正点的样子，甚至把它变成一个可以分享给其他的人的一种的版本。可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不是已经不是原住民跟非原住民对话，而是原住民跟原住民自己内部对话都蛮有问题。然后最后一个，我觉得要回到，这是我要跟台湾的谢谢大家，还有在场所有这边跟大家讲，是我觉得以前我在台大，我很能感受到文化间跟族群间的差异，可是我真还有性别上的差异，可是我觉得我再回到部落，我最能感受到的差异是阶级上的差异非常的明显。因为阶级决定了整个生命经验。如果我们身为在台大这样精英教育，没有办法体会到这个阶级上的差异的话，很多原住民的运动会推不起来。我觉得这也是我跟白老师需要对突破的，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大学体系上来的，所以我们可能没有办法体验，没有上过高中，没有上过国中。此生全身都在，一辈子都在做榜模的人的想法是什么？他珍惜的文化是什么？我觉得这是我回部落感受到最大的差异，然后这是我很难突破的点。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说，为什么花莲的原住民就是这么懒，然后为什么他们 的政策就是这么保守，他们所支持的政策都那么保守。可是如果你回到他的生命经验，回到他所接触到的人，回到他所面临的他的阶层所面对的过程，你也许可以解答他为什么他没有办法像你一样那么义无反顾的去做文化。就是让马老师告诉我们说，文化是一个很珍贵的东西，希望我们有一颗心交出去。可是部落人可能没有办法像马老师那么肯定的讲这句话，因为他可能他的工作没有那么稳定，他不像班老师有教职，他可以比较花很多心思在仪式上。可能很多人他甚至有被疫情影响他的工作，他可能刚退，然后要经历生活上的失序，然后重新找自己的生活节奏，还在很多种选项中摆荡的时候，但是他们其实都是。真正待在部落的人，而且在我的部落里面，我的阶级十个比较常跟我一起做文化的人，有七个都是没有念大学，但是他们是文化的载体，他们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没有他们的话，部落丰年祭没有人跳了。我们就是要用他们那个一颗心的认，一颗心对文化的那个。对努力，我们珍惜他对一颗心文化努力。可是我们常常在拿着那个传统文化附赠的大旗，常常会忽略他们当下的感受。啊，这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一路走过来，从南大慢到部落的认识。我真的回花莲之后，我很多政治的主张跟态度，比以前我在台大保守很多。并不是我不喜欢进步的主张，而是我觉得进步的走向进步的对话。这个进步包含性别，包含教育，
包含文化共生，包含 这样子的文化的工作，对我来说它都是进步的。可是它怎么真的可以跟部落的括号多数人去做对话？怎么跟部落那批最保守的人去做对话？就那批最抗拒洗阿塞的基督徒长老对话，你一定要跟他对话，因为他会的族语就是比你好，他看过部落的历史就是比你多四十年，哪怕他很保守，哪怕他是基督徒，哪怕他被白老师说就是像那根气之类的，可是对我来说，他们都是活在部落的人，他也是我们的家人跟兄弟姐妹。好了，这大概是我在这边，那有问题可以问。我觉得要追求的是，你怎么透过真的去理解彼此的生命经验，达到对话这件事情。对，比如像我讲一个简单故事，之前在同婚公投的时候，同婚公投的时候有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部落当然七成以上是反对的，然后我的嫂嫂有一天帮我剪头发，就快要投票前一个礼拜，然后他就说啊，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男生跟男生结婚，还帮我剪，然后就问他一句简单的话，就是说，哎，你是做头发的，你们同业应该蛮多事的吧？他说，对呀、啊，就真的很多这样。我就说，你觉得他们可以跟女生结婚吗？他说。他的本能就是，我觉得不行，那我还是支持专发之类的。就是，我觉得重点是，有的时候那种保守并不是不能沟通，而是我们常常在打的那个大旗，常是也忽略他们的生命经验。所以我刚透过他的生命经验，让他重新去思考进步的可能性。但我不是觉得进步跟保守有问题，而是这件对话本来就是要透过很细微的生命的对话，你要理解，而不是用一个很教条，就是说你应该要懂性别平等，你不应该去欺负女性去谈。我并不是说这些事情可能在台北很正常，可是有的时候在部落，可能在他生命经验没有办法讲。有些人他没有经过这样子的训练，甚至他被教会被他的同侪的训练是被教导他要去压迫别人。但霸权最可怕的就是它让很多受害者也变成压迫者的领域。我最后只想，我讲到问题，它变成政治行为的工具。对，就是它与我们应该谈说，就是霸权的最可怕的地方，我完全同意。但是我想确认，你我现在有人想知道它怎么转化成一个。转化成政治，如果我们要准确我们的理由是什么，那就是你说最后的行动，最后的理由。如果说我们真的有本被本质上就是最后的理由，那是我现在是理解，我只是想知道，你可以再问。我先讲我初步的想法，我其实觉得是教条本身，就是我们放弃讨论辩论。对我来说，那个是很霸权。因为怎么讲？我第一次用这种词，但我觉得台湾用这种词方面，你知道吧？我的经验是我只会去跟解释比较好。对啊，他是跟你去打一个广告，然后我觉得这不是世界，那是辩词啊，因为我是辩论生出来的。我就觉得他是个辩才。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为什么后来离开辩论社很重要的原因，现在谈到这边，我还离开辩论社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脱离我之前脉络去跟别人谈问题。可是辩论场上，他被训练的是你必须在一个没有，你必须变成一个全新的脉络的人，
跟你本身要拓展，尤其是当你被规定不一样的变成产生时，希望可以帮助。再说，我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哪个方面有哪个？自己。好，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很多的疑问吧。那好，就是大概其实就像晨曦所讲的，其实原因性是一个不断辩证的过程。那其实我们原因中心其实在2018、2019在主持一个南岛跨领域演讲的时候，我有邀请一些老师来谈原因性，然后他做了很多的各种不同的领域。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们2020年应该在原民中心网页，在2020年我们有一套有一系列的回顾，应该可以看到一些我们做的 summary。 但如果你们觉得还不够的话，可以再找我，就是我有更完整的一个会议记录。那我觉得其实晨曦是因为回到部落，他的感触非常的深，确实跟在台大的时候非常不一样。那其实这一条路真的很辛苦，因为他刚刚谈的宣誓，我那时候就是看着真的有时哭到不行，我觉得为什么大家活得那么辛苦？就大家觉得，对啊，我觉得为什么这么辛苦呢？然后我就后来就因为这样就跟原生代的学生其实有很多的互动，我想说起码我可以当一个听大家讲话的人嘛，就你经历任何事情的人可以了解，就像你讲的那个了解的过程。因为曾经回顾过之后，他其实遇到了很多冲击吧，对，所以他才会觉得其实他跟在台大的时候非常不一样。那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珍贵的成长历程。那我相信其实也生命也不断的在开展新的可能性。那如果大家其实还想要跟晨曦聊的话，因为我今天是要跟他吃饭聊他的论文，所以今天是很没意思。那可是如果你们还想要跟他聊的话，我们也可以再约，因为我接下来这个晨曦比较有空的话，应该会。其实我们常在台北见面嘛，而、我了解比较多的是他的情感吧，其他我没有那么了解。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还是可以好好的约，然后大家可以共享一些就是大家所谈那个跨族群之间沟通的可能性，就是每个人生命经验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然后那个相互理解的可能。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大概就只能到这里。好，那就很谢谢大家。